先看好不好啊？如果不好玩，我们大家找个游戏玩。你们大家可以推一下啦，你们 DC 推一下。我怕这个游戏大家玩一玩，发现也很愤，我们可能很快就 next game 博了，好吧？ Next game bro。哎，感谢谢齐大，谢无私证明，感谢。好来啊。还有三种敌人、欸，这么大大大大大的奶在桌面，直接开始。妈有看到说什么吗？我在看那个，皮妈说很好看、啊。准备大屏，皮妈说画的很好，给予支持。放箭大屏，我还能在控制在两个小时以内啊？这么厉害的，两个小时以内，两个小时以内啊！见习冒险家，我开了，我开了。有啊，他怎么移动速度这么慢啊？真的不能跑。嗯，家里，我家里进去了。家有没有理？昂队要拿木桩啊，然后 demo 好吧，那个恶魔啊，带门。他、啊、为什么有这个奇怪的长头怪啊？好好笑哦，真可爱、欸！内麦，他要符咒，那我们用内麦是不是？然后，哎、欸，好，台湾，台湾，台湾，哦，这样有声音吗？喂喂喂，很开心。喂，这样有声音吗？不错啊，喂，小声。这个它是回音呐、啊，回音。喂，大的啦，阿有虾不？哇，你可以把自己的麦，哇，你麦很爆，你麦超爆，你要调小声一点、哦，一半就差不多了。Sorry bro， 你的麦超爆。麦要怎么调啊？现在嘞，现在嘞。阿雷好嘞，雷好呢？这个游戏手感蛮烂的。喂，哎、欸、你看我的脚，你看我的脚，你看我脚，看我脚。哎、欸，厉害吗？我的脚厉害吗？你这样怎么很像我 VR 却在玩 VR 的时候？对啊，其他东西都不会，这手感还蛮稀烂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假鬼假怪、哦、我按 B 键才可以讲话吗？还是怎么样 ？Hello，、啊、我好像也是音感，我是音感哦，音感啊，大家都音感是不是？音感，是音感。哎呦，你的麦怎么吱吱吱吱的？对啊，小亮。手机拿掉，手机拿掉。阿里的麦克风那也怪怪。你是录嘞？无线电有杂讯啊，无线电有杂讯。什么无线电有杂讯？他这个房间有观众说，这就是不啪啪啪就出不去的房间。啊，那没办法、啊，那小亮怎么？那我要看小亮跟雷猴啪。啊。这旁边有睡袋啊，你们可以直接铺起来趴。旁边有睡袋，你起立蹲下就可以开趴了。离那么远怎么趴啦？啊，离太远，哎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小亮不要动，小亮不要动，小亮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好，我不动，我不动，来。没有了，这样趴不到了，这样趴不到。再，你要，对，然后你要小亮先面对墙壁，你先面壁，哎，然后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，哎，对。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。这什么画面？这什么画面？有病！哎，找到了，不用趴了啦，不用趴了，这边啦，这边啦，要按 ready 才会开门啊。哦，对啊，小亮白被趴了。我头会动。完了。对啊，没事啊，没事，雷猴会负起责任的。我就这样子出卖了我青春的肉体。你有青春的肉体。你有青春的肉体啊。这个比较好笑。飞飞飞飞。射。去找飞飞快点。加速。射。哎，门开了呢，门开了呢。门开了，门开了，别再舔了，别再舔了。啊，所以呢？哎呦。还有福哦。哎、欸，感谢蹦嘎蹦嘎猛，感谢。七十三，上面比较写一些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拿着十字架，对着20说那个吗？哦，这可以买东西耶。这个、
有那个啊 ，ENF 啊 ，Space Hold F， 哇，他还要 ，No， 我怎么感觉这个用 Discord 算了，这个麦也太烂了吧？这麦有点破。对啊，麦超破的啊，Discord 算了。好破。喂喂喂，啊，怎么 mute 麦？哦，我看到了，直接对你那个，你按那 ESC， 然后把你的麦克风点了红色就行。有了，看有吗？阿雷猴，小亮要调一下。要好一点吗？哦，他是按哦，有了，还有对讲机啦，我看到了。那怎么办？喂，这样子哎，对讲机声音怎么样？感觉不错。我开 Discord 就是开对讲机的，可以的，可以。对啊，你现在这样对讲机声音怎么样？喂喂喂。测试一下，先测试一下对讲机啊。没有对讲机，只有吱吱吱的声音，完全听不到你们讲话。对啊，会有吱吱吱，应该是他设定的。那还是用 DC 好了。有吱吱吱吱吱吱吱，超烂哎、欸。UC， 对啊，这个 UC， 烂麦更容易营造效果。没错，噱头。噱头。他说你要先找噱头啊，然后有这个宝珠。然后我的滑鼠都不见了，靠腰，为什么？啊 ？OK， 有了。他说要先找球体，然后拿球体有两个，一个是把球体放在门那边解锁，或是拿去给这个戴面具的人。对，然后我的滑鼠又不见了，看。对对，他一直走开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样？要不然下棋哦。好像不一样哎、欸，我们现在应该是球体的那个任务吧？学校酒店，不死族要拿棒子，然后鬼要拿符咒或是什么大蒜。请问这游戏里面有一只叫何老师的色鬼吗？要把它抓起来超度是吗？哎、欸，它有鬼很多类型哎、欸，食尸鬼、欸，不要独自待着，它会攻击独自一个人的。然后无头骑士就是他看不到也听不到，但他六感极其敏锐。所以不要靠近他。然后绝望是什么东西？他会一直撞墙壁，也是不要靠近。然后行尸哦，不要吵醒他。他如果苏醒的话，会一直游荡。苦行者，哇，这个僵尸超多哎！安静一点，对声音非常敏感。那是要用内麦吗？还是怎样？监视对啊，那好像要用内麦。如果有对声音反应的怪，啊，没关系啊，烂一点还是能听。还有哥哥哎。啊、哥哥不要跑，如果对方跑起来，他就跑，他会跑方，非常非常快。31个月聊聊聊，然后姐姐，小女孩是姐姐，在分小女孩玩偶中的恶魔，会随着时间缩短距离，我要快速解决她。感谢冰冰尤里，感谢。哈尔多喜欢金币哦，他说如果哦，他清空你的背包，哎，尖叫者找到弱点，就是要那个降噪吧。应该就是拿那个降噪工具帮他降噪。哦、欸，很多哎、欸，还有什么把门堵住的恶魔，还魂者，非常具有攻击性，单独逃跑会有危险，所以要想办法一起驱逐他。对、啊，为什么他的驱魔是符咒？对啊，很帅 啊，因为他是鬼啊，鬼啊，不要盯着他看，他就不太会具备有威胁性。太多了吧？他是当他出现他是弱点，还有忧郁哎、欸。稻草人要快速解决他，他脸上的表情就是他的状态啦。二重生会跟玩家一模一样的幽灵哦，要怀疑我的伙伴。异迹不能把眼睛从他身上移开，否则他会快速从你背后接近。你还是花生啊？哎、欸，还有首领呢、欸？是吧？还有首领呢、欸？哎、欸，真的有首领、欸啊？对啊，哇，他鬼超多哎、欸！学生好色哦。对啊，学生是怎样？哦 ，sexy 哦。Sexy， 他启动广播设备，他可以帮舔呢、欸。那个行李员的底，女仆，干那个哦，不要哦，那眼睛很棒哦，眼睛我真的不行哦。女仆可爱，小丑啊，戳破气球、嗯。OK， 首领不多啦，首领其实没有很多。好 ，OK， 那怎么样出发吗？那我们用内麦还是怎样？用内麦啊，这个既然有侦测怪，内麦内麦内麦。內麥小火车，汤马士小火车，有声音吗？小亮处理女仆啊。那、啊、你们声音可能要开稍微再大声一点。加油好一点。太爆太爆！太爆太爆太爆！你们两个太爆了太爆了太爆！你
你们两个太爆了。对，你现在太爆，再小一点，再小一点。那我再低一点。再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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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低。再低。再低一点。哇，你就是那个需要降噪的鬼吧？差不多了，快了，快了。你很棒。太小，太小，太小，太小。太小，太小。这样吗？大一点，大一点。再爆，很爆。再低，再低。再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再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你突然拉太低了。喂。这样。喂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阿雷好，雷好，多讲话，多讲话。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。好 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。来测试一下对讲机，来 one two text， one two text， one two text， one two three， one two three， one two three。好好好 ，OK， 那我们要拿金币回来吧。不要哎！啊，给他钱。我进来了，我进来了，我进来了。雷猴，你不要一直按了那个无线电啊！啊，你们进来啊！你们在干嘛、啊？进来啊！OK， 蛮可怕哎、欸。哦，有硬了，硬了。我硬了。67个月了，请问需要降噪的鬼麦也是会这么爆吗？对，这是。还有。这个猫啊，是不是那个猫？猫头鹰啊，没得是我们那个虎迪尼。走。哎呦，我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超恐怖的啦。不会啦，哎、欸，不要跑啊！他不是说不要跑，怕他遇到那个你跑了，那就完蛋了。拿钱，拿钱，钱有钱钱。Money。其实这个就是捡垃圾四个人的版本吧？啊，为什么小浪的麦子吱吱啊？嗯，跟他的设备有关吧？是吧？我麦？难道是我本体有问题啊？那、啊、我要怎么开手电筒？有问题。你的手电筒不是一直开着吗？不知道啊。不能关哎、欸。我可以标点。我可以标哎、欸。弓箭。走啊走啊。我看得到你们哎、欸。看得到，它上面会有那个提示啊。哎、欸，这边你看。那这样我们还要怕那个吗？这可以拿回去吗？哦豆袋沙发，对啊，感觉很舒服哎、欸。但是为什么会在这种破地方？哎、欸，你看，乖乖的，乖乖的，英俊哦、喔，有鸡，对啊，英俊 ，handsome 哦、喔。现在谁身上有攻击道具？哎呦，干你老师，妈的，穿跑过来吓死我了。不是啊，你怎么慢慢走过来，很可怕、欸。不是你叫我不要跑，哎、欸，小亮你的麦啦，小亮，他在调麦克风、哦，小亮你的麦比鬼还可怕、啊，对啊，哎、欸、，basically I do work， 他这个应该是那个吧，就是 Venus 他们团队做的吧，是吗？不然为什么有他们的头？他们做的是另外一款游戏，他们之前做那个臭脚胶啊。不是吗？臭脚胶不是他们做的吗？那个小婴儿，婴儿鬼。哦，有武器耶，我不怕了。哎、欸，后面。那是对的。你们还记得怎么回去吗？在你上。哎、欸、不记得了。忘记了。但是有那个地图标示，应该很快就可以找到吧？手电筒好亮。这是什么？钱。什么声音？男真的、欸？谁？刚才谁在敲门？刚不是有人在敲门吗？欸、有东西。不要看他，哦、不要看他。是。跑快跑快跑！你先回去放金币。我听到他追我。后面还有一只鬼，他后面还有一只鬼。哎呦，干！吓死了！没事的，没事。小亮，不是小亮，去吗？哎，你还好吗？可以，那我们就别抢，我们在这里。啊！哦，那到底什么声音？为什么你们声音那么奇怪？你要听到尖叫声吗？
是小亮应该走了吧？我觉得他应该走了。你们现在讲话都变成那种奇怪的那种，没有啊，嗑了迷幻药还是什么的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你先把道具弄一弄吧。你的声音变得没有啦，他在雷猴是在里面的啦，外面这个是小亮。你们在里面了、啊，所以刚才谁在尖叫？我。啊，你不知道你在外面尖叫什么啦？对，你在外面叫什么？不是我，我害怕。靠呀！我害怕啦。小亮，你先把身上的包包的一些其他道具清一清吧，我们就只留那个杀鬼道具就好。雷猴，你还活着吗？雷猴。哎，这边可以买那个啦，这边可以买道具啦。他是那鬼，对不对？啊。鬼要拿符咒吧。雷猴死了啦。他可以拿铃铛啦，要拿铃铛啦，要500块，要500，哎，好贵哦，买不起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你要再进去一次吗？那我们是不是要先复活雷猴？要怎么复活他？这里啊，这个，他怎么复活？招魂术士，老大这里有吗？他复活了吗？比出一个很拽的手势，不用啦、啊。没有，雷猴没死啦。雷猴没死吧？他没死，他为什么？雷猴讲话，讲话。走啊，进去，进去找。哎、欸，他在附近呢、啊。啊，是他是晕倒了，是不是？晕倒了吧？靠腰！啊，小亮哎，小亮哎，没回来。不要怕，我觉得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三个人冲过，我们三个人直接往他脸上冲 ，OK 吧？啊，对，然后来，你们不是有拿那个驱魔的符咒？驱魔要500块，要500啦，500。这个不是杀那个？不是，你不要看他就好，你不要看他就好了啦。来，走，来，三二一，走，冲！看，没有，看地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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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走，三二一，走，走。走啊！哎、欸，走啊！哎、欸，走啊！走！没有我，我刚进去出来了呢。又骗！好好好，你们俩先进去。嗯。OK。没大没力啊！怎么有人在这边低着头啊 ？Hello。嗨。Hello, my friend 。我怕看到鬼。Hello?我怕看到鬼啊！不是你们刚刚干嘛看他、啊？你们不要看他，不就没事了吗？阿飞飞，飞飞进来了吗？飞飞在你后面啊！低头就好，低头就好。啊！啊！快死下！救命！救命！看好飞。哎、欸，他可以直接拉，是不是？那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。可是我剩无滴血。没事啦，没事啦，走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再冲去救雷猴啊！雷猴，我们来了，雷猴，我们来了。再走。来，我们直接冲去救雷猴，直接冲去救雷猴。来，三二一。他是按门铃呐，你要按门铃会击退他。三二一，走。先救雷猴！哒哒哒哒哒哒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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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到雷猴看了！我快走！等一下！干嘛呢？你们看了看好要在我后面，不要把鬼引过来啦！快走！
走，快带他走，快点，快点！不是这里，这里有路吗？不要停下你的脚步，不要回头，不要停下你的脚步，不要回头，我走回头了。快走！开门！有了！有了！送回来！送回来了！啊，这怎么复活的、啊？讲话。有吗？耶耶！终于回来了！你跑得这么快！没有，还有你欠我100块啊！你要拿身体来还。刚有一只小男孩追着我们打，结果我就是被打的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把哦包包出来就清空，是不是？走啊走啊走啊！我、怎么补血啊？我怎么补血？不能补血啊！哎、没药水吗？买药水啊，不是补血啊？体力恢复药水，50块，50块啊！那个 ENF 要拿出来扫啊！我、啊、在这里要补。哦，我怎么也扣钱了？大家共用的，共用的，不是 ENF 要拿出来扫啊！你们没有拿出来扫。哦，要100块。那走啊走啊，我觉得我们不管了、啊，捡东西啊，不要怕，不要怕啦。就是那个捡垃圾一样。左边。2星，3星，三星是不是？三星有鬼、啊。4星。5星，5星，5星，你后面。5星，这样。阿雷欧嘞，救！不是，你为什么要看他？你不要看他，你不要看他就不会有事啊！你就把他盯他就好了。走，来走啦！不要看他！EF 五星大家都低头好不好？对，好。而且菲菲不能那个，不能靠前。我什么都没看到，和平。哎呦，木桩，这个是打僵尸的吧？木桩，不死族啦，定死他。欸、有盘子，盘子贵吗？叫盘子，盘子很贵，应该很贵吧？银盘呢？能拿那个？好像一定要找到那个球才可以结束，对不对？对，要找球给他们。真是，哎，我钥匙，我手洗。走啊！这边你跑回去了。左边啊，这边还有啊，这边还有啊。啊那个钥匙可以干嘛？钥匙可以开一些不该开的东西。开锁吧。开开的东西吗？我们现在没有验人吗？啊，菲菲嘞，那先回去放东西，先回去放东西。我来去交货。啊？怎么跑那么快？菲菲为什么跑那么快？他先回去。菲菲，你为什么跑那么快？他先回去。门口有鬼，什么鬼？门口有女仆。哇！女仆就不该靠近，就不能靠近。哦，难道什么？发！没死！啊！救命！哦，干！救我！出来救我啦！他不是按那个铃铛吗？你们用铃铛吗？没有铃铛。你不走了。你不走，快拉我，我要死掉了。小亮，你不走了。小亮，你不走了，快点啦！你不对声音没关系啊。我要死掉了，先过来救我！快点！再救我！不是，我们门铃在哪里？门铃要买，我先回去放东西。竟然连门铃都要买！他这个旗子要干嘛的、啊？旗子要放哪里？找找看有没有僵尸拿那个木桩捅一捅，看一下它用处是什么。对啊，走啊，先走，继续走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一定要先买那个啦。哦，现在150，走啊。哦，那个东西放进去关门，什么盘子多少钱？卖东西。按哪一个放下？按 G 哦。对 G， 哎 ，G I F。你们要不要买那个女仆的落？哎，对，然后关枪子。
好，打开。没有啦，这关键道具不行卖啦。哦，那走啊走啊，出发吧。怕、欸，不行。干嘛跑那么快？哎、欸，菲菲怎么跑那么快？因为我刚刚看到影子。哦，没有啊，是我们的影子啦。走啊走啊走啊。啊，有一星，有一星，有一星。左边吧。哎、欸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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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去哪边？刚才左边不是还没逛完吗？啊，那继续逛，有吗？哦，没有呀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没有，左边还可以往里面走啊。往反正我现在身上有那个降魔杵，我就一杵一下，那鬼那块鬼就死掉了。只要胆子大，不死族有用啊。对我来讲，他们都不死族啊。对啊，你看这边不是东西很多吗？我佛慈悲。嗯，开心开心。请问是致命公司吗？是啊。没有。有十字架。没有。十字架在干嘛？有。哦，有十字架。啊，十字架可以抗鬼，可以抗鬼。我帮你看，我帮你看。可以抗恶魔耶。我想，你就拿着这个十字架，然后。哦。嗯、在叫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女仆恶魔快点，十字架弄到小男孩，小男孩，小男孩。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，大家们！好，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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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不起，你讲的是故意，不是？那你道具都没给我们。走啊，去救他们啊！去救他们啊！那怎么办？撕下来，你撕下来！武器武装，你们不去救他？不是啊，我是拿那个木桩，我要怎么救啊？啊！干！小亮出来救我！小亮，快救我，快点！鬼走了，鬼走了，鬼走了，鬼走了。对啊，刚刚那个小朋友拿十字架照他是有用的。小亮，快点啦！啊，好了，十字架给你丢了。十字架？对啊，你刚有十字架，我说救，皇上不屈，喝死人家。快，小亮，就去救人，救人，救人，救人。都快死了，救人，救人，我们要解释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让你们死，不会让你们死。不行，不行。等一下，能撑着，撑着，哇！倒霉的是，欸、老大，你看，你看菲菲，你看菲菲哦，这你可以捡吗？对啊，你先把它捡起来啊！一个大头，你先把它捡起来，不要把它复活了。好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，大家。难度好高哦，这个太难了吧？经验值零呢、欸？哦，他钱会带出来是不是？哦哦，钱还是会带出来啊。等一下可以买，可以买啊，这边就有技能可以买，这边这边这边。这还是 Roguelike 对 ，Roguelike 美败哦。看一下店铺，身体，哇塞，还一个造型要68000、欸，他一个那个表情要十几万、oh ，对啊，靠，要谁能玩那么多回合啊？不是68000，是680000哎、欸，680000啊！看，哎、欸，道具最好有那么多钱，他会有道具流是不是？为什么雷好？他怎么突然嗨起来了？啊，怎么了？我们赚太傻、啊，我也觉得我们赚太傻，太刺激了吧这块、個！啊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快快快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来来来，我们我们就刷钱刷钱、欸，不一样的房子、欸，会赚太少肯定是贪污，不一样不一样，这个房子好像是要玩那个西洋棋，钱钱钱钱钱钱钱，啊这个笼子干嘛的？笼子好像也是一个特殊道具的，可以把鬼。他没有写困住隐形小恶魔，然后他说可以释放小恶魔到下一个章节，所以他也可以到、哦，他也可以到其他的章节去，是不是 ？OK 吧，都捡完了吗？嗯，走啊走啊，继续走啊，继续走啊。
老皮安安八十个月了。哎，安安，感谢红豆腐，看不下。哎，前面有东西，前面有东西，女仆。关门。他没过来，他没有过来，他没过来。雷猴倒了。为什么？我不看他那里抽我是怎样？女仆啊，女仆本来就会打你啊，女仆本来就会扁你。他在你背后。没有，他是鬼，我刚刚看的是鬼，是女鬼，我刚刚看的是女鬼。欸，已经被触发了吧？你是被女鬼抓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刚看的明明就是小亮，真的，我被女鬼。小亮就是女鬼。被抓回去当她老公了。我因为你的露肚装太性感。更 sexy。哎，对不起，急急如律令。好，有了。没有，哦，是哦，那大家可以控制女鬼哦。林正英正版授权，欸，我们哎，贾亮，我们这边有林正英正版授权，可以打鬼了。真的吗？对，等一下菲菲会开始唱那个《打开太阳》，还有跟那个血肉果汁机的歌啊。在吗？钥，你的那个钥匙是不是要从那边开？啊，没有，长按就好，长按就好。会用啊。救我啊，去拉了，回去拉！真的，你他妈走了！绕另外一条路哈，怎么走了？有两条路，你要绕那有鬼的。哦，没有，你要绕另外一边，绕另外一边。哦，哎，你怎么绕干？我先跑回去。你怎么可以绕干啊？他刚追着我。哦，OK。老干仔，他堵门。你赶快跑过来，跑过来。啊，小男孩不能跑啦。所以刚才小亮是跑，对不对？靠腰嘞。他说遇到小男孩不能跑啦。我没有，他追着我。往生呢？西方极乐。By the name of the God, get the fuck out of the way. Oh, the monkey. Oh, 小亮，小亮，刚才过来了。玩到天。为什么你那边讲话声音会有那个？不是，你刚才小亮应该是跑过来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了，一定跑。雷猴被看到了，雷猴没有被看到没差，小男孩就是你不要跑，他是你跑，他会跟着跑。雷猴慢慢走，哎，哎呦，有地精，不雷小米哥，哎，这场才四分钟，越来越烂啊。欸，上什么都可以买技能啊，那个技能啊，对啊，那个技能要升级，我们要完成才行啊，还要完成哦。他还，欸，我们是不是要封印那个区域啊？欸，你说，你看这边这个，哦，对啊，可以把它打开啊。先堆地啊，先堆地，快，我们先赚钱，我们先赚钱赚一把。是干嘛的？就吃的。加油啊！但是鬼要怎么杀啊？只能驱逐，只能驱逐哦，不能杀啊。对啊，而且他那他就是有对症下药的东西啊，就是驱逐跟。你要跟他说，找个威喷就是做功德，可以驯服恶魔。学生是直接拿刀去戳的。羊血可以集运恶魔。
啊，应该要弄那个羊血那些东西吧。羊血哦。对啊。那是特殊道具耶、欸。不是耶、欸、他一开始就堵门怎么玩？走啊，小男孩堵门啊！跑跑给他追啊，跑给他追啊！来啊，走啊，三二一 ，Go！ 小男孩呢？不能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就好，不要跑就好。他喜欢追着你。哎，这是我们家的。对啊。那土都一样。随他会随机的啦，是不是？就是出东西的点不一样。哎、欸，罗盘，哎、欸，罗盘是干嘛的？哎、欸，我拿到一个奇怪的东西、欸，这干嘛用的？什么？不知道，我查一下。里面没血、欸。没血。这边完全没血啊。那应该是垃圾了。走。等下看到女仆可以摇给他听。好啊，摇给他听啊！他说他摇铃铛是这个吗？当当当，有点像。你那个可以是不是跳过？哦，有。刚是铃铛吗？不是大蒜哦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？没有啊。跳过了没有啊？不死足，不死足。拿那个啊，拿那个木桩去住他。拿木桩叫做那个，没有那个不要靠近他就好，那个不要靠近他就好了。Bob PC 加凯。然后这关任务上拿西洋棋去放那个棋盘。啊，听不到，他听不到。对他没有头啊。找棋盘，找棋盘。哎、欸，谢谢威力。内鬼，哎、欸，怎么会有那个声音？沙漏可以干嘛？我拿到沙漏了。那个吧，无敌三秒。无敌三秒。我觉得我们赚完一笔钱要先回去，然后买那个道具、欸。对啊，一定要买一些卖的东西吧。败家，败家。小孩在大厅啊，小孩在大。败家，败家，败家，林周公，林周嘛。你们走出来的时候，小孩在大厅，不要跑。小孩在大厅了、欸，有木桩哎、欸，可以杀。我们拿到木桩了，我们拿到木桩了，可以去杀那个鬼了。我可以杀鬼。为什么走路都一直抖啊？我看到你们的手电筒。很错啊。抖音，因为很可怕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要先回去放钱，我身上钱超多哎、欸。那是我们的人。对啊。地图是不是都重复了？我也有木桩，我也有木桩。好 ，OK 啊。很。走，我哎、欸，我先陪我去放钱，先陪我放钱。啊，走。我身上钱超多哎、欸。有了有了。不是这个。一星一星哦，哎，应该是武装预备。啊，我这个是卖的还是怎么样？啊，那个如果下面有贴，四星下面有一条。哦，那个、啊、不是，回头机制啊，回头机制啊！快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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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跑！哎，哇，处理大师哎、欸！哦，这赚40块。哦，啊，那可以卖钱啊，那可以卖钱。哦，啊，所以那个刚才那个嘞，无头骑士你们处理掉了吗？有了有了，插死了，100多块。啊，一刀就插死了。掉了，打一刀。一刀就插死了。这么弱。因为木桩只用一次啊。哦。我们刚才不是看到有一个是什么？我们刚才看到有一个怪啊，幽灵还是什么的？地精。地精哦，地精是什么怪？地精，小男孩跟地，小男孩跟那个，小男孩要买那个驱魔棒啊！啊，你不要再按，都我们在不是在里面，不要再按那无线电的了，靠腰啊！哦，拍水拍水，按习惯了。我们是不是要买十字架？驱魔书啊，他是恶魔啊！对，驱魔十字架吧？不是，他要两个，他要十字架跟驱魔书 combo。May God bless you。就是你要先拿十字架控制它，然后再拿驱魔术需要它。
所以我们要嘛就是先存，要嘛就是怎么样？先存就好了，先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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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反正我们还有一根木桩。嗯，杀怪可以赚钱啊，还蛮赚的。一星。啊、哦，没有没有，这左边就没星。左边没有啦。左边哦，雷猴左边。有，我看到你了。有雷猴干。他有没有不死生物可以插一下？这样可以赚100块。还有多要去？我们是来赚钱的啦。我们以利益最大化。哎，这边有柜子。各位利益最大化，图灵大师。干嘛突然咳一下？干嘛突然咳一下？我感觉我要被附身了。哎、欸，这是不会啦。哎、欸，这哎、欸，因为这个门，这是下一关的吧？走进去的意思啊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哦，门铃在这里、啊哦。女仆的门铃、啊哦。哎呦。OK， 谁拉了？我没拉，不是我。门开了，不管了，先拿钱，先拿钱。我跟你讲，先拿钱。这个就算鬼要当鬼，被弄死，当鬼也不要当穷鬼。不要当穷鬼。哎、欸，你死了还没钱，那他这样很亏、欸。亏烂了。哎、欸，不一样的地方哎、欸，它这个场景都变不一样了。有钥匙，有钥匙。哎、欸、呦，哎、欸，走到，相机。相机啊、喔，那我们要回刚才那个大厅吧。等一下回去放。好、啊，先回去。对啊、欸。不是啊，这个门铃在这边遇到女仆的时候，谁知道？哎、欸，关卡变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没有，看是这个样子吗？一样。变脏了。变脏了啦，有血痕了。刚才干净的、啊，脏一点而已、啊，还好啦。可是变脏的话，就变不同关卡了，不是吗？被污染。下一个阶段的意思。哦，我先放钱。在哪里？哦，188块啊！没有。我们总共要500+700啊，500+700。探级，走啊！你不要跑那么快，先去找那个象棋盘。没事，我有看那个灯号。我身上有一把钥匙。没灯就跑，有灯。有灯？几灯？一灯。一灯讲。放。两灯。先放，雷猴。哎，还可以。然后你要吓赢他，要不要还差两个？还差两个棋。对，哦，差两个没。啊，我们有人会玩西洋棋吗？不会，没有，完全不会。完了。我会玩 Uno。我会玩象棋而已，我可以双炮将他。双炮。然后他的马那边动，样说：“哎、欸，马走日哦，我拐你马脚，你不能跳。”你要炮轰皇后。对，小菜骑士，没错。可是西洋棋里面没有像炮那样的东西啊，有那个哎，没有格跳的吧？有可以格跳吗？啊、城堡不算吧？城堡算是像车啊，可是它没有炮啊。先拉到零哦，干嘛关门啦？等下有怪跑不掉、哦。你他关门有怪跑不掉，要等门开。怪要开门呐、啊，我们帮他拖。哦，怪要开门吗？哎呀，他不会穿门呐、啊，怪一定要开门。啊，这要放那个普利珠啦。钥匙哦，对啊，钥匙啦。没有啊，普利珠啦。刚刚不是，一星。没有，一星，没有，回来。不要跑。小男孩。小男孩，我看到。Open the door。不是啊，这要普利珠啦，不是要钥匙。不是的。哎，我把你们带回来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罗盘啊！他怎么突然笑一下？吓死人。小男孩可以吧？刚刚小男孩堵门，我直接用纸人把你们拉回来。哎呦，小男孩走那么慢，我们去买那个啊，你买那个圣经驱他魔啊。
对啊，他走那么慢，你就慢慢走，边退边虚他就好了。你刚刚我买圣经哦，我买圣经哦。好，买圣经，买圣经。那个笑声是哪？你买。Good day。好，我买。不知道哎。我来负责吟唱。OK。走。圣经好贵哦。可是盖小男孩其实也不用传送了。我们换到改往右边，改往右边吧，因为那边已经看到已经没东西了。一星，然后他们刚堵门呢、啊。在家。没有，不是这边没有，是不是这边啊？这边看过，我们要再往前走，因为这边刚才都搜过了。再往里面深入走一点。哎，感谢三十块，没路。圣经是不是500块？超贵。不是，圣经700，然后十字架500。哎呦，300块！对，小男孩会怕。赚死人钱。所以现在圣经谁拿？我那个小亮，最第一个跑的那个。你现在是亮神父，小男孩看到你会怕。我是亮神父，但是我不喜欢小男孩。两星、三星、四星。啊，可以，你就不要跑，你边退边去，你要退。哦，哎呦，啊，没钱啊，没钱吗？啊，没钱啊。你书还能用吗？书还可以用吗？神父宽恕你呀。你书还能用吗？可以啊，他可以用三次。三星啊，那僵尸，无头，无头，那还好。木桩上，插你。哦哟，后面，去拉铃铛，去拉铃铛，拉铃铛，拉铃铛，铃铛见，铃铛在哪里？这里，小亮，赶快往我这边走啊！他堵我们大门，是他堵，他堵重生点，我们过不去。不是，你把引过来，把引过来。他走掉。没事，我弄他。Yes, Master。为什么会有 Yes, Master 这样？哥，那什么意思？那什么意思？哎，他回来了！啊，有头啦！对啊，你们是把他扣过去？你们在想什么？你们在想什么？他在后面吗？我真的很难办嘞，身为在。走了，赶快跑！那怎么杀他？这样怎么杀他？赶快！那个杀不了，他是王杀的。我看他是王，他是王，杀不了。啊！要先晕他。需要按门铃。门。可以啊，可以。你要买那个符咒啦。他说按完门铃之后，用那个符咒都可以杀他了。是吗？对。先去救，先去救人，先救人。啊！救人！救我！你打在哪里啊？我剩五滴。打在哪里啊？你跑很慢哦，怎么打在那里？你们救！我剩五滴。哦，压制哦。那个铃铛还可以再拉吗？撞在他的脸上。对啊，那只没有办法，那只没有办法驱逐。可以啊，有啊，铃铛压制，然后符咒驱逐啊。哦，我们等一下试试看。我没有符咒吗？没有，没有啊。还是等好。Yes, Master. Yes, Master. 确定可以驱吗？不是，我们怎么要过去啊？我们没有那个啊。可以驱，可以驱，确定可以驱。没有符咒。因为要去下一个地方啊。这边没有，他走了。拉一次铃铛就没了。哎呀，就是把他引过来的啦。对，一星在前面吧。两星。我觉得五星移动是五星。五星？啊？五星？真的五星，很近。又是你。小亮你就跑啊，没关系。对，后面，拜拜。
了，血量倒了，血量倒了，血量。他走，他走，他走，他走。啊，是跑掉那个是谁？菲菲啊？哎，可以啊，菲菲啊，菲菲跑掉了。有我。我今天最好没有鬼，我今天一大串的弥勒杖。啊！傻笑。哎，菲菲倒了。门口怎么也有？啊！你跑门口？哇！我跑门。门口有女仆吗？是什么让皮皮的恐怖游戏从妹子的叫变成汉子的喘息？太恐怖了 ！OPC GY OPC GY。地基要拿什么扛的？我也没，我身上也没钱。地精好像也是西洋鬼、欸，西洋鬼圣经哦、喔，小蛋应该可以处理吧？对，要驱他，看我要驱服他。我在摸你卡层啊，帮他掏一下，帮他掏一下，掏缸。什么东西？你豺狼哦、喔，往前走啊，往前走，往哎呦，往前。往前哈。他的无线电那个吱吱声真的很烦哎、欸，超烦啊！真的哎、欸，那这个可以调吗？应该可以。我们是不是要去其他门啊？我看到了，这边，鬼！你不要看呐、啊，你看怎么看呐、啊？看怎么看？跑！不用跑，别看他都没事啊！不用跑，他没追。哦、他没追，这要保鲜膜吧？救救我！靠腰，我干！我靠！靠背！不是你，快来撞我！靠背！不是，他从你正面走过来，你知道吗？他走了。那个女仆真的很恶心，那个眼睛，我真受不了。很美啊，先救小亮啊，小亮死掉了。我。雷猴救我，雷猴。啊！哎呦！地精。驱他。驱他。哎，可是他是西洋鬼吗？哎，他是鬼。没有那个女。快走！女鬼不会怎样吧？女鬼你没看她就好了，女鬼不看她不会有事、啊。因为小亮看到她了，她刚刚想抓小亮。刚看到我刚刚有瞄到一眼啊。你秀珍，她长太正了，我忍不住，我情难自禁。你艳珍，你拿道具，你都可以。拿的道具还在那边。单身久了，女鬼。对啊，单身久了，让女鬼放一下产假。蹲下有什么用？蹲下。What brings you here？ 走啊，先存钱买那个吧。所以，我看一下，他算是精怪是不是？女仆算精怪啊？女仆是精英怪首领啊。我说他是精怪，精怪就是要拿那个符咒驱逐的。哦，精怪、哦，不要再按那个无线电的啦。可是我没有符咒。那我觉得用内麦，没有，我们干脆用那个算了。这个游戏内麦有没有都没差哦。对啊，是不是你用 DC 好了啦？这样子啊，这样舒服多了，不然那个滋滋滋真的很烦。对啊，真的 DC 加加 DC 加加。Okay. 啊，女鬼，女鬼不要看他就好，那没事，可以直接过去，直接过去，走，低头就好。好像不是低头，看起来没事，低头。他会打人，不止低头。他只是你有看到他会比较怪。啊！是不是有人往家里跑？有人绕干。就里面有怪怪在后面。不要怕他，怪在我后面。不要怕，女鬼可以消暑。我刚听信内鬼的谗言了，所以不要看他。不是我没血了，
哎、欸，感谢千塔，千千胜，五楼哥，应该是女仆。我来看，我来看，好像没有。跑起来，跑起来。女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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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女鬼，女鬼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。哈西拉西，哈兹卡西，没有，没有，不在你后面，不在你后面了。我不知道。其实鬼鬼蛮好，鬼是蛮好甩掉的。走啊，继续往前、啊。那我们要怎么前进？我感觉你老是二货。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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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导出来，那还可以。等一下，我的低键坏掉了，我的低键坏掉了啦，我的低键，你知道移动很奇怪。OK， 修好了，修好了，修好了。OK， 爬出来，爬出来。救救我！本盘，这是本盘。那个 EF 一跳，跟我讲一下。没跳，没跳。我们大家直接冲到最里面去了。直接冲队里面。OK， 好走。School 的 School， School 两星，三星。女鬼，不要看，不要看他了，不要看到他了。啊，不知道谁看到他了，大家都看到他了。就跑就对了。关屁门！冲！没有，对不起。不要关门，不要关门啊！你关门他跑不掉啦。EF 多少？就一星。好 ，OK。一星。来 jump， 哎，哎、欸，这边有铃铛哎，可是没有那个啊。哦，你说那个、木桩有木桩有木桩，顶多把女仆引走而已。因为我们现在如果缺有符咒，我们可以杀女鬼跟杀那个女仆。缺符咒，对啊。哎呦，好多铃铛哦，铃铃哎，哎、欸、有香旗。哎、欸，小亮你看，香旗要三颗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已经拿了两颗了，对，现在还差一颗，这还差一颗，差一颗。这个熊娃娃，熊娃娃可以动。你后面。女仆来，女仆来了。不用，不用跑，他跑很慢，跑很慢。快跑，抱起来，贝贝。啊，你怎么把 EMF 丢地上？我怕到丢了，我怕到丢出去。你们去救他，女鬼在追我。好，那个女仆在追我。女仆在追。女仆在追我，女仆在追我。你要确哦，要确哦。来，我拉一下铃铛看看、啊。哦，铃啊，不行。这给你，来。好。女鬼过去，女鬼过去，啊不，那个女仆过去。过来吗？你们谁去拉个铃铛？哪里有铃铛？到处都有。我们刚刚走来的路上就看到三个。小浪，你刚才拉铃铛啊？对的。EF 几？一，小亮，捡钱了，小亮怪怪的、欸，小亮干嘛？那个是二重身，那小亮是啊，现实的小亮也不见了，小亮，我刚刚被女鬼抓去处理一下了，啊、哦、处理一下，我打败他回来，我打败他，啊你处理完了吗？处理完了，我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无上大法器的力量，OK， man power， 这边有床啊、哦。你刚才那边处理的、啊？哦，我用那个大木桩，有人跑过来救我们。够三下，一个打几下。来了。拜拜。这里。阿雷欧死翘翘了，怎么办？怎么救？死翘了。你们那边可以拉铃铛、嗯。你后面，木桩，靠门关屁门哦，木桩。为什么要关门？干，你为什么要关门？什么要关门？小亮，我没有木桩啊！你关门把我们两个害死了。我没有插他、欸，你关门。对啊，有金子，有金子，有杀鬼就有金子，金子，金子。感谢绅士，谢谢我们的 Ken Ken。OK， 看就很在搞，对，小亮你在害我们。跟女鬼达成什么协议了？对啊，这个小头已经被控制了。我今天送一个祭品，我们用一次那张床，这样子是吗？Ready 啊！到底是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而且他这个是连初始道具都不给，太过分。对啊，很硬哎、欸。他那个钱拿出来之后，在游戏里面还是零啊，就等于说每一局钱你在里面都要重新用。啊、他不像那个捡垃圾，是你每一天他会累积嘛，他是没累积啊。魔鬼阵也会累积啊。来 ，EF 谁拿 ？EF 谁拿？就他就死给你一个 EF。走啊！为什么有人蹲着在跑？他
你姿势怎么怪怪的？那你怎么蹲在旁？反正我们就是疯狂拿钱，然后找弄那个道具去杀鬼啦。哦，走走走走走。他道具也太贵了，收了一局都不见得能够。可以啦，附身啦，其实还好，其实还好。你被附身了、欸，然后我想起。你的姿势好恐怖哦！你按一下我吗？你现在蹲着吗？为什么你现在？我没有蹲着啊！我没有蹲着啊！你大把子是不是？你拍一下照片我看看。啊，拍一张。你走路超像大把子。没有嘛，正常、啊。你是用这个姿势在冲的、欸？我看我。对，谁有弩箭射他一下？我贴在那个 DC。我觉得老大被附身了，你各位怎么看？我也觉得他被附身了。你就哭在那边用冲的。对啊，哭在那边，手上拿着那个。这个可爱啊，可爱啊，可爱！走啦，找东西啊，找东西啦！哎、欸，西洋棋，怎么可能拿一个西洋棋？哎呀，你站起来，登场了哈！哎，登场，登场！死路，死路，死路！你是指小亮吗？对对，死路，死路，过分了，害死我们，死路！对啊，你刚害死我们了、啊。那关门，我就跟你讲，那个是个意外啊、喔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什么东西？什么？这边啊，这里，这边啊，这边。啊，收干净一点啊，收干。这边有东西啊，压力很大。哪里压力很大？哎、欸，有那个铃铛，可以卖40块吧？可以哦。嗯打地主鬼啊，抢地主财，这算他们家吗？这样算不算打地主鬼？我们现在在共产、啊、抢地主财，你看我们钱是一起共用的，抢到的钱还是共用的，好像在哪听过 OPC 这条路上在打倒地主，就是那个女仆的门。那地主是重复的，是不是？那什么？哎呦，我拿到不错了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为了正夫刚，赚700，也抓去打桩，真的可以打倒他吗？我看一下，哎、啊，这没铃铛。没铃铛，这是可以重复用的。这次没铃铛。这是恐鬼教还是驱魔邪教？可是又像贝克润。这个是捡鬼，哎，捡钱阵。捡钱阵。对。这里赚的是好多钱，真白银了。走啊，现场就放啊，我们去买那个，钱应该够了吧？够了，够买吗？我们有符咒，再来就差一本书，差十字架跟那个铃铛啦。打鬼铃铛，铃铛不是你手上那个，哎、欸，不是菲菲手上那个，这个双头的而已，他要三头，双头，他那个要他那挂一串，哦、欸，有了，可以买了，快，先买那个吧，先买、哦，要买十字架吗？不是，先买铃铛，先买铃铛，靠呀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把它卖掉、啊！我要卖东西，不是我要卖东西，结果雷猴把盘子丢过去，我刚好把箱子关起来，他把盘子丢出去破了。啊！破了，直接破了，盘子破了，白痴啊！他关我们，我刚好啦，快点，先买啦，先买啦。铃铛吗？没有，我手上。哎、欸，买了、欸、买了，这个铃铛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你们拿，我手上是符咒。我们要升80，没有，我们一人拿一个啊，一个人拿十字架，一个人拿符咒，一个人拿铃铛，一个人拿圣经啊。对啊。双头龙，哎、欸，这样我看一下啊、哦，好 ，OK， 我们各自都有一个那个主武器。对啊，有。进。现在我们见人杀人，见鬼杀鬼。是没有了，只见到鬼。我们现在应该要找，应该有门铃的。走。杀鬼才有经验值啊！对啊，他敢在我们面前嚣张，就要知道符咒力量。我是觉得我们可以跑起来。我觉得他会先让你知道什么叫力量。真的？好啊，简称愿力。愿力。OK 啊。哎、欸，就不一样哎、欸。那免叫哎。他这个好像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，只有场地地形是一样的啦。走啊！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小蝴蝶，蝴蝶可以用吗？小蝴蝶可以飞。OK、嗯。真的、啊、真的、啊、上面有写啊，最后面他说紫蝴蝶会红色蝴蝶会召唤尸体，然后紫蝴蝶是会飞到队友身边、哦啊。那你不能、嗯，你算是那个类似清道夫一样的存在。对啊，我就可以，大家可以把你们飞回来啊。有，或是我就拿那个、嗯、拿这个把那个先把蝴蝶丢家里面啊。
哎，怎样？鬼都被我们睡巴掌了，怎么人都不见了？他们怕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一星哥啊，刚讲完啊，一星哥，谁？不知道，现在才一星而已，开金口。有没有感觉？这个房间很美哦。我感觉这应该是要什么王的地方了吧？跟一般的房间不太一样。完了是不是？二星了，对啊，你看血条要出来了吗？三星了。看什么鬼？看什么鬼？我们可以打，还是二星？三星可以打，四星看一下，四星来喽。他在移动，在哪里？在哦，乌头骑士。来，武装武装上，杀他杀，定死他。对哦。他心消了没？消了。现在有一片空白，恢复平静了。他好像是10分钟开始会开始大量出怪，是不是？真的吗？现在有个铃铛，因为刚才也是10分钟才开始跑出一堆鬼啊。哦，这边什么无限冰箱？我要标个铃铛点，这样我们以后可以往里面跑。好，哎，对，可以把其他队友拉回来。这不是那个吗？我觉得真的是 no good 了， no good 啊！这就是那个阿贝，那是他们团队做的吧？对啊。就是跟小亮性质很像的人，嗯，欸、小亮啊，二星、三星，哥在你脸上四星，可以，看一下是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，耳朵，地精，耳朵，地精，地精，地精是那个吧？地精不要单走就没差、啊，地精是西洋鬼、啊，去武器走，去武器走，别爆了呀，我输没了。啊，这么快？只用一次啊，只用一次啊。嗯，那个小亮说可以用三次。我刚可以，那是我认为是用捡的，只能用一次，买的才可以用三次啦。哦，不然呢？你以为？嗯，捡的。对啊，捡的啊。铃铛。好想按空白键跳。对吧？很想跳。我刚刚也想跳。他说不能操作，这前面好黑哦。真的哎，超黑。哎，又有铃铛了。等一下，哎，西洋棋，西洋棋。树语是有两个了，两个。可是我们没有找到七羊七门，在中间啊，一定在中间啊，中庭，一定要在中间是吗？它的位置应该都是固定，又是床。没，但情况不对，我就用。哎，又有三个了。那可以去，我捡，那可以去那个正中间了吧？可以了。怎么找？要捡到降噪器耶！哎呦，注意哦，可以帮那个大声怪给那个降噪啊。就是像那个躲下那个啊，那个啊，《The Last of Us》里面的喇叭花哦，哎，有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哎呦，是有，拿，谁拿？我现在满了，你们拿，我满了，还是你们要怀表直接一次回家？不要，先不要，那个怀表是最后面快要不行紧急逃生的。哎，那个灯，它可以到下一关去抓那个恶魔。有我拿了，灯我拿了，满了。OK， 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。哇，我满了，我也满了。啊，先回家吧。对啊，先去放一下吧。在哪里？右边。然后往那个门口，往门口中间走，就会看到那个了。有吗？西洋棋盘。哎，我走错路了吗？有，西洋棋盘在这里。啊，在那。哎，亮喽！哎，不要跑！Break 小小，哎，不要跑！镇压他！不可以，坏！没了，他快跑啊！你们快走！我支撑不了多久，直接跑！不可以，坏！ OK， 好，我们慢慢走，不要跑！来，你迅速往，来，你迅速往，来。我被砍了3刀，我现在已经快往生了。那就是迅速卧倒，好坏，要去买那个圣经吧。哎呦，买圣经弄它。那我把那个蝴蝶先放地上哦，你们等下如果死掉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吓死我！我刚想说。我卖了一个铃铛，怎么扣了700块啊？没有啦，吓我刚抖了一下。蝴蝶，谁要拿？哎，哪有母 ？You want to play this game？ 我那个红色蝴蝶是有，如果有人死掉的话，我们再用这个召唤。好吧，那我们先杀小孩，先放桌上，走。什么东西？啊，在呀，切，没呢。下一啊，10分钟了，那个名不出来了。10分钟就是会出 boss 吧？
嗯，会浮出。你浮出来了。对，我们去放那小男孩来，小男孩。先放先放那个，先放那个。鬼！哎呦！浮上，去浮啊！浮吹浮浮。林正英，我、哦、你什么林什么正英呐、啊？你怎么靠在脸上了？啊！OK，see you tomorrow。那人驱在人很像驱魔的啦。对，你攻击有 CD， 然后你那边直接硬开。啊，我现在是等你们死。你要边退边驱啊！当我以为我所放有的符咒，我天下无敌的时候，突然冲上来，那三个人倒，你赶快救人啦！等一下，我很怕。OK， 现在没有亮，现在没有亮。我是盗版林正英，不是正版的。对。这版还有配墨斗，我只有符咒。盗版授权的，哎、欸，有、欸、一星，哎、欸，先救，二星，三星，哎、哦、哎、欸欸，五星，哎哎哎，女仆，哎、欸、女仆，你不可以，你不可以、啊，女仆没有铃铛啊！哎呀，我呀、啊，有铃铛啊，有铃铛，不是啊，那个符在那个啦，符在林正英手上啊，林正英又倒了，正英几星救我，一星。OK， 没授权的盗版货，对，盗版货。OK， 来，去找，那个女鬼也可以，女鬼也可以啊。两星，铃铛配符咒，三星，走到三星，哎、欸，小男孩，前面，哎、欸，快，林正英屈服啊，屈，那一个是西洋鬼，你在屈什么东西？林正英又倒了啦，干，林正英又倒了。那个，你拿十字架轰他，应该是没什么用的。不要了，不要啦，不要了。你要不要先进来啦？你要不要先进来？他来不及，我以为乌鸦在叫、欸，哎，靠，你叫的跟乌鸦一模一样。哇，这个乌鸦好立体哦，那乌鸦声音很立体耶、欸。那个，可不可以先？先救我一下！你这死的位置那么尴尬，怎么救？林正又不行了、啊，又是你是别人，不是？你知道我手上有，我有圣经跟符咒，我看我不知道我要对谁，你知道吗？一星，目前都是一星。快先救，先过来救，快点！时间要到了，差一点。来，救了！两星女仆在外面，两星女仆。好，我们先等一下，先后退。女仆用。两星，女仆是符咒跟铃铛，符咒跟铃铛。好，符咒怎么样？符咒怎么样？小男孩，先拿圣经，先套圣经优先。十字架在谁身上？先丢一个下来，先丢十字架。好，十字架，来喽，给我，十字架来。I order you， 女仆来喽！喂，铃铛，铃铛，我靠了，符咒，林正英，去啊，林正英，去他！林正英，快点啦，去啊！靠呀，林正英倒了！我救你，你弄一下！不行，那个，我真的不行，你就按着吧，你就按着就好了。快去他，去他，快按着。操你下去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只是被晕眩而已。哥，快去放西洋棋，快！放西洋棋，快！他只是被晕眩而已，你们这群疯子！我就说不能驱逐了。西洋棋啊！是不是要把所有铃铛？你要先把那个铃铛全部按掉吧？好像是要先把那个铃铛全部拉掉、欸。哎，走了！快点！我在家里面等你们，快点！干，没有他驱不了，他就驱不了，我只能晕他。拿那个铃铛啦，他是说你要先拿那个，你要先把所有的铃铛解开啦，有没有？没有铃铛就是有一次啊，菲菲那个就是有一次、啊。你要把所有的门铃都按掉，然后才可以杀他。哦，对，对那个拉的铃铛啊，我这个手上只是压制他而已。完了，有，没事，有了，至少我们第一关过了。有了，他这个好像还可以，你可以把那个球啊拿去解锁那个门，然后可以再更到下一关去。他总共有好像有好几关，然后你可以全部解完之后再一起出来这样子。按不到啊，不能杀吗？不能杀啊，那就没办法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
药物成瘾，药物成瘾者恢复药水。哦，我要抽这个啦，马特里奥斯可以恢复至。我要马特里奥斯恢复中恢复50%生命值，昏迷中恢复至50%。哎，欸，老大，你看这个哪一个？我们多一个，多一个起司蛋糕。啊，也是甲虫会跳舞，欸。哎，欸，真的哦，那个是 MVD 是 K, 那个什么 cake 哦，那是成就哦。嗯，The cake is light。这是什么梗？来啊，来啊，下一关，下一关。我都没遇到女学生欸，对啊，是不是是不是要那个啊？就是到第二阶段才会遇到女学生啊？应该是因为他的那个地，他说要找广播设备，感觉是学校地图，啊，要到学校吧？哦，不可以。对，刚刚那个比较像洋房。对啊，都是洋房啊。第一关应该都是洋房。看一下，哎呦，太快啊！哇！可是我们东西，我刚刚那个鸟笼也不见了，欸。那，啊，小亮，你这个，你先这个，这个给你啊。鸟笼是说小恶魔逃到更深处，并通往下一章节的门，所以应该是他会告诉你下一个章节的那个门在哪里啦，啊。哦，有没有？就是你弄了它，只是告诉你它在哪边而已。啊，指路用，哦。所以拿到那个宝珠跟小恶魔就可以往那边走了。嗯，挑战。哦，挑战的话钱更多哎，有那个命去领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刚刚过客房子，啊，还有办公室了，办公室要找密码，然后学校的话是要找电池，哦，酒店找钥匙。OK， 好吧，走啊，哦，出发。OK， 小亮是那个抓你梦吧？啊啊啊！小亮是 ENF 手，怎么又是洋房啊？这是什么？地盘就有钱，走啊走啊！第一关好像一定是洋房。对啊，走，左边，左边。反正我们现在已经驾轻就熟了啦，我觉得已经不用怕了吧。驱魔大师，两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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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，看是什么鬼啊？我有木桩，不是说好了单身够久女鬼放长假？两星，按哪边的两星？怎么都没有人冲上？这个方向，我不做人了，周周。你们去哪里？这边啦，这边啦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哦。三星喽，三星喽，反正房子那么大，不用怕啦，跑给他追就好了，那鬼追不到你。啊，女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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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符咒。哦，水有了，我有拿符咒了。哎呀，正版的林正英。符咒只能去晕他而已嘛。对啊，对晕他。有一个香气。当人了，这女仆你要，女仆你要也是可以啦，是。胃口是还真的蛮不错的，没有，我们可以先杀小鬼，反正那个女仆先不要动嘛，就绕开她。当如果看到那个铃铛，反正就通通都拉一下。啊，有那个紧急怀表。对啊，你全部拉完，那个女仆就死掉了。啊，那先别，先等一下。哎，我没拉。没有没有，就是那个我们进来这边的那个效果特效，那个特效。有了钱，要拉了吗？拉了，然后我们去下一步。要怎么拉？走进暗柱。我只这么长，有很多平常办不到的办法。没反应，没反应，真的。有啦，因为一直有人过来把他那个中断了。哦。就大家都待在这个房子里面啊。我来。啊，你来。没反应呢。可以吗？还是要关门？嗯？真的不能拉呢？干嘛？还是他不在附近？哦，还没出现吗？还是啊，十分钟哦，是吗？啊，十分钟后才能按，是不是？十分钟他就会大笑。还是因为我们刚才同时一起按的关系？有我拉了。哦，那离开。哎，没回应耶。有啦，他打电话来了。圣经。他没有 Yes Master。圣经有符咒，有木桩，这边有铃铛。赢了，我拉喽。我们这次挑战第二关啊。OK， 拉了。OK， 好，拉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个房子当清洁工很赚钱哎。
这样轻轻就赚到一堆金币。金币现在一颗市价应该都不少钱吧？黄金现在很贵、啊。对啊，黄金很贵啊。十分钟之内，要么下一层，要么赶快完成任务。对啊，我觉得先赶快先冲下一层吧。Okay. 前面鬼少。什么声音？哎、欸，一星。不用怕，不用怕。看一下是什么？听起来像道具啊。完了，我们有圣经跟符咒，不用怕啦。二星哦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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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对啊，乌头骑士。前面前面前面。你们有木桩吗？有没有木桩？有。不行，来喽来喽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站一起，我也不知道。捅他，捅他，这个是不死的、啊。捅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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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掉，慌张啊！啊，捅用他，为什么用掉？快这里，快这里，打关门，打关门，快点，OK。哎，开门啊，开门啊，开门啊！有没有木桩？有没有木桩？没有。他怎么一刀啊？他没有一刀啦，他只是跑很快。这是什么？现在嘲笑了。小亮真是好笑。哦，他是绝望吧？去拉，快去拉去拉。啊，绝望，绝望用什么？啊？绝望用什么？一样用木棍抽他。也是木桩嘛、欸？对，都是用木桩。靠呀！我拉铃铛。啊，你拉铃铛。遇到不对的人。谁啊？你遇到谁？小男孩，因为他一直在追我啊，绝望一直在追我，一定要跑。你身上有圣经吗？有啊，我有圣经。我靠！对，然后我们过去救你了。嗯，我在夕阳旗房这里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啊，木桩有了，木桩有了。有。木桩给你，来，小亮。我在去救狒狒路上啊！你有路，你有木桩吗？大力到绝望，我有那个，我 EMF。OK， 等下如果你死掉的话，我可以召唤你啦，应该还好。女鬼来我这里。狒狒呢？我们不先过去救他们吗？狒狒，这个我真的很难救啊！狒狒，黄色的蝴蝶是干嘛的？红色蝴蝶是可以召唤尸体。啊，黄色的。黄色的是飞到队友身边。那我要飞去队友身边吗？哎、欸，你会飞到我身边，因为他不能控制。哦，我死了。我们队友都打光了、欸。没有、啊。行了，飞飞倒了。不要，飞被那个女鬼缠住。我们先返回一趟。对啊，我们先返回去啊。嗯。啊，在我们家门口、哦、那个女鬼。女鬼啊，女鬼，然后我们有符咒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她是那个吗？对啊，女鬼用符咒，女鬼用符咒。哎、欸，菲菲，我看到 H2O 了，在挂满画像的地方，有点可怕。你要走这边？可以，这边安全，我感觉安全。感觉小亮美，小亮不会美吧？小亮自己躲在家里面，我躲在家里哦，我以为他在外面呢。没有，我要救菲菲，结果那边那个女鬼在手撕啊，哈。哎呦，对对对，谁有毒手？不，圣经在地上哦，圣经在你们西洋棋房那边地上。哎，女鬼，我看到女鬼了。不笑，有了，我把他弄走，走，nice. 先走。你超度他了，果然是正版林正英。你这一直都超度不了，你这个真的是有点雷啊！为什么、啊？你那不是盗版林正英吧？超度的时候直接撞在他脸上。对啊，雷包林正英。他刚刚冲老大的脸，老大都可以直接去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这样我背包超满，他那东西会影响到你的那个、欸、移动速度啊。哦、对，太多东西还跑不掉了。看你现在钱还剩，那沙漏可以吗？沙漏可以停，就是时间停止啊。你可以玩那个时停 play。哦、不是啦，它是瞬间意外啦。哦，它是逃跑用的、啊啊，逃跑用的啊。只有一个人可以逃到外面。研究发现，女鬼只要胸围大于 C 游戏的画风，就会大幅转变皮肤。可以上手帮我们看看吗？没错，随机不行呐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可以买了，要不要先买那个啊？我们刚刚看到谁？有我们刚才看到绝望嘛，对不对？要买木桩，绝望、欸、要买木桩还有吧？对，木桩我有。符咒我现在身上没了，所以我就买个符咒。OK。然后圣经，
圣经我一本，哦、一本可是这应该是只能用一次。Okay. 一次就够。啊，这个东西干嘛的？指南针干嘛的？指南针是按住，然后等引导完以后，我们都会回家。啊，直接回家。啊，沙漏嘞？沙漏就是你一个人瞬间顺到外面来，一个人然后你还可以沙漏，可以再回去一次。我们不用买一个那个小恶魔吗？就去第二关。没有啊，早就好了，你一样啊。我拖太多时间了，好像也去不了第二关。也不会了。哦，完了，那个女仆要出来。还好啦，女仆出来就弄死他。走啊走啊走啊。我们有收到那个吗？那个三个那个西洋旗，两个。我刚才有放了。皮皮晚上好。目前这两天生理期肚子痛又头痛。哎，前面有人在床上好痛苦。他不要走，要走了，他时间都会醒来。他起来了，他起来了，快走快走。我找到西洋旗，了。走，那个。辛苦啦，他醒了。他醒了，快！我觉得我们可以拼到第二关诶、欸，走啊，快走，我们去找第二关的路，反正他那么慢，不用怕了。在后面。哎，木桩，绝望，漂亮，你干得好，开门，这边。这不是绝望，我只看到一群穿着动物头套的异端亲门踏户驱赶屋主。这个铃铛的。哎、欸，在叫，在跳，在叫，没有一星，铃铛，铃铛、欸，这边还本圣经哦，这边还本圣经，谁拉？我拉，拉，他就过来哦，拉他过来哦，来打他。Yes, master。哎、欸，好像在我这，下一场路口好像、欸，我又找到那个了，西洋鞋。啊，哎，还有需要吗？哦，所以，啊，来了，女仆，我后面。哎、欸，菲菲，看我有性感人哦，哪里有性感人哦？性感人哦，还好，不是啊，我们有人倒地了啦！就过来，那个没救，没救了吗？好吧，他追过来，快！我们只能在这边直接冲了。地图很，其实蛮大的，锁住的。没有钥匙，不是，可不可以帮我一下？帮我驱缓他一下，我可以先晕他，我现在可以晕他。你后面、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？大家都看到他了。哥，我差一刀了，我就可以把他弄死了。完了，可恶！不行，菲菲现在被女巫追。我等下就要回去了。哎、欸，你直接往家里跑。你有办法开那个集体传送之类的吗？没有，我怀表不在我这啊，在我身上、啊。而且怀表要在使用者附近。哎、欸，谁？哎、欸，你怎么在那附我？我用那个沙漏啊，它在时间内只会弹回来、啊哦。哇，你好聪明、哦！酷，聪明。没有，他现在不在这边。那个铃铛不把它用掉，我不是说铃铛可以把那个，可是滚出来、哦、对啊，我们救人啊，我们这时候都超惨，然后你叫我出这种事情，你们有人有办法拖鬼，然后我把那个鬼给降服吗？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、嗯、好，没有铃铛，那你用那个、啊、你那个铃铛是那要拉吗？拉一下喽，在哪里？我们 ENF 死掉了，对啊，我们没有 ENF 了。Yes, master. Oh my god. 你走。先往家里跑，先去捡一下尸体。留点体力。这是死路哎。对。没办法，我们要等女仆先走。女仆听得到我们的跑步的声音跟那个。没有吧？哪有那么厉害？哎、欸，他对声音有反应啊。他脖子那么长。我刚刚躲的，他传达到他的那个身上要花很多时间了。OK， 对啊，他脖子很长，就跟那个大象长颈鹿不是一样吗？大象那个传导神经也是比较那个、啊。没有想到这一层的。对啊。干，好可怕、啊。钱，对，还是我们直接往回飞一趟。往回飞一趟，我现在可以飞回门口，然后去救小亮了。哎、欸，没事，哎、欸，你们过来，
靠，你跑太远了啦！哎哎呦，有有传到，有！小亮邓来哟，小亮飞哦，花蝴蝶。有了有了，邓来邓来邓来，邓来邓来。哎呦，小亮，哎呦，小亮，先救他啦，干嘛啦？救他啦，不要玩弄他了啦。哦，金姐活了。哎，先买一个那个吧，先买一个可以控女鬼跟控女仆的吧。啊，买一个铃铛，小亮买一个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我身上有一个圣经，你们有要拿吗？我有圣经。好的，现在好那么多。那我买铃铛喽。啊，这个球怎么办？我们要找下一关的洞。对啊，那还是需要买小恶魔哎、欸。对啊，没有啊，先买铃铛，先买铃铛了。啊，先买铃铛。啊，买了。小恶魔够钱吗？够钱吗？ Welcome, stranger. 小恶魔250而已、欸。啊，来来来，那再去赚一下钱了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的，走。你都会。哎。有了，有了，啊，可以，哦，酷哎，哦，怎么就是在后面啊？哦，是在女仆的后面啊？哇，直接镇守哎，哇，守门人呐、啊，这什么？哎、欸，符咒，是，我们可以狂，等一下就是一个人、欸、啊，怎么不见了？一个人杀，这里就下阶段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哎，哎，哇，他竟然。要跟这么快跟上他，对啊，250就只有这种时间了。我拿到那个驱魔、欸，有那个铃、哦、铛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啊。OK， 反正我们现在有铃铛跟那个驱符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拉不了，拉不了，真的拉不了，可以吧？啊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这个有啊，有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这个有。Yes, master. Yes, master.没事、啊，他跑过来的话，我这边要死，我这边要死。好、啊，睡哦，睡哦，睡哦，有了，古董回收。有，这是就是下一层。哦，他进去了吗？进去了吗？啊 ，Go Go！ 哦，学校，哎、欸、什么？哎、学校，学校，学校，学校。妈，女鬼我来了！哎，哭鬼，女亏你来了！哎，可是这要怎么回？他回去还要再走一次那个？真的要跑过上一层？哇靠，这么硬哦、喔！这么硬哦、喔！对，先把，对啊，时间好像重来了、欸。真的啊，从时间上。那，女学生是什么？大可以给点鼓励。僵尸吗？哎、欸，哎呦！哎，快，扶着那个不是那个木桩。我们没有木桩。你还不退那边看？因为我想，因为他听不到声音，我想说用走的。靠腰在这边啊，好远哦。陕西。最近压力大，可以给你鼓励吗？现在往外走，他目前在鼓励鼓励，他应该是跨不过来了。OK， 他走掉了。你们不能用跑，哦、要学生是要用木桩插他，然后要用广播设备才能杀了他。要蹲着走，蹲着走，没有吧？首领学生呢、啊？首领杀首领真的能吗？陕西加油！啊、不知道用广播设备，他说这压力大，生活压力大，真是他看起来像苦行者哎、啊，没有啊他。OK 的 ，OK 的。哦，他是苦行者。还是我们先回去上一关，把那个女仆先弄掉。可以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女仆。他时间，他时间不会那个吧？哎、欸、靠，没有，时间是重来的、欸。是吗？对啊。哎呦，重算嘞，重算嘞。那还是我们继续往，找到那继续往下，继续往下、嗯。可是没有木桩啊。对啊，我们都过不了难关，不够硬嘞。还是直接去收。小亮要被鬼附身了！哎，快帮！这个是什么的？圣经，圣经。我来，我驱魔。圣经，圣经的。小亮，你不要靠近他！我剩完了，我剩完了，我剩完了。哎、欸，啊，他有东西。后面那个是什么？后面就是什么？拿个木桩之类的，谢谢。后面这是什么？这、哦、要看他，要怎么去？要怎么去？看啊，看着他就好，是不是？看他，要拿针戳他嘛。我看着他。我没针。你先过，我看他。欸、真的是看害羞的人，还是不要背对着关。等一下，害羞的人，我先走，谢谢。先出来啊！哎呦，我被打到了。不是，我没有、这个没有装备到第二层、根本没办法、啊。对啊，去弄木桩啊，走啊，去弄木桩。
还是先把球先把球带带走，带走吗？欸，可以，对啊，可以啊，带走啊，带走。不然没有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先去杀那个好了啦。拿下就没了，爆了！我靠，爆了！真对，哇，那真走了，那只能真走了，真走了，撤了。还是要把女仆杀一杀，然后再回去。我们先研究能不能杀女仆吧。好，研究一下。看还有没有缺的灵，应该还有。我身上有铃铛，你还是要看。不是，我记得还有锁的门里面应该有铃铛。哎，你要？怎么完全不一样了？什么东西变了嘞？是刚刚的那个画廊变成迷宫了。对，那个芭蕾舞者地形也不一样啊，还有性感娃娃。我在哪里？他第一关整个改了，好酷哦！我回来了。让你返回的时候，这边捡了吗？这边捡了吗？哎呦，芭比娃娃屋哎！要不要玩？要不要玩？芭比娃娃屋，你要我要玩，玩。要怎么玩？就是你先躺在那个床上，然后我拿那个小球丢你这样。躺得进去，我投给你。走。钱也重置了，有什么？真的哎，那可以再收一轮了。真的啊，都重置了。没有，这边盖没收过啊。没有收过东西才盖，这里我没有。哦，这个铃铛是没拉过的，拉一下。拉。啊。Yes, master。没反应了。那左边有 master。他回家睡觉了。他不真的重置了吧？真的重置了。连对啊，婴儿房都重置，所以。这是友善的。整关重置。超友善的。那你不会被女仆追着跑哎。感觉我们把宝珠拔下来了。我们怎么就这样？怎样？什么怪？这样？刚那个墙壁突然伸出一只手扒我。我干一点。怎样？怎么了？真的会吓到，真的会吓到。怎么了？他没事啊，你们啊啊？他没事啊。哪边？你走过去。哦，哪里？跑不过去。前面。跑不过去。还好吧，真的吓到！女鬼，真女鬼！他在干嘛？邻居哦，肯定没鬼。来，快控他！我饶恕你，神父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心理准备才会被吓到了。对，我们刚刚因为你们刚才已经跟我讲了，我就没我就没啥感觉啊。我那一巴掌扒过来的时候，直接抓我。这有人跟你爆雷了就还好。哦，对啊，这边还有个旗子，不会旗子还可以再拿一颗珠子吧？有可能，有可能哦，因为重置了。对啊，多拿几颗啊。我捡到 EMP 的那个，这谁的？那应该是我，你看到我的啊？没有啦，不行啦，不行吗？不行啦，在这边。我有符咒，而且前面的关卡，我们盖那边真的是没收过，因为前面的关卡都是门那些门都开的，而且东西都被打开了。哦，对啊，就是没收干净，应该只是没收过而已啊，对啊。那我们只能罢库了。你那个东西在叫什么？你们在哪里？我们在中庭了，可以回家了。有吗？那个门先确认一下。真的耶，钱又回来了耶。对啊，都回来了，十字架。哦，这个电视，那会有贞子吗？现在还没有吧？可能之后他想要夹。我把它放贞子跟夹子。夹子。我们把道具卖再离开啊。可以啊，符咒可以卖啊。先不要关了，。真的是你在干的事情。还没哦。有了，全丢了，关。我这没包针哦，怎么这球不能卖了？球要给那个人啊！卖球啊！啊，没了。OK， 西洋棋不能卖。对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下一把我们收集足够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冲去第二关。可以啊。对啊。OK。封印。可以啦。哦哟。区域封印啊！封印完，封印可是那个到底要怎么杀掉啊？
还是说封印 boss 就不会出来了？因为刚才对啊，因为刚才你咬那个铃，他也没出来嘛。对啊。哦。对，所以第二关，第二关需要木桩，第二关，第二关，第二个小亮。所以我们就先把第一关所有铃铛探过吧。因为反正要杀，我们就先试试看嘛。如果说女仆真的杀掉，表示说第二关的那个学生妹，或者说另外一个鬼都可以杀掉。对，走啊，直接冲，直接冲，没错，直冲，直冲，直冲，哦，直接冲嘛，干嘛冲冲冲啊？你干嘛关门？什么声音啊？敲了洞。嘿，有蝴蝶是吗？皮皮，今天我生日。有没有惊悚的生日快乐歌？题外话，最大生日礼物是自己给自己右手指神经压迫 OPC Crown。会是右手指神经压迫啊？哎，有一个那个小奇哦，弄太久，那指神经压迫久了会很严重，那要他复健，要注意一下。盆栽是干嘛的？这游戏一开始很可怕，现在玩一玩不可怕了。关门，关门，关门！为什么会有人在东亚叫？小亮在那边开那个猴啦，猴子的那个雷猴啦。我找到西洋棋了，是有两个了，两个了。有。那注意到你那个身上的那个负重啦，我刚才负重100跑不动，你们记得拉那个铃哦。哦，有啦，21趴哦，他就下脚有一个背包，原来是负重啊。我先，哎，小亮，不行，吵死了，哎。地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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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精。我来了。地精要拿什么杀？地精要拿什么杀？木桩杀。木桩吗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不是吗？阿尔多是西洋鬼。哦，西洋鬼。还开门走掉了。哎，继续收第一层，继续收第一层。我先回去放，我负重要满了。圣经哦，应该是用圣经杀，所以就是分东西洋鬼来的杀法，可是。女仆名看起来就像西洋鬼啊！对啊，结果他还用符咒去晕，超级夸张！这样子意图诱导，是个东洋女仆，误导别人。后面还有异迹耶，长脖子东方鬼特色哦，确实啦，十字架，是。这是那个日本妖怪去西洋当女仆，有可能，或是他是那个、大正时期的，大正时期的那个女仆鬼，东洋豪宅，没有，然后会有那个专门有那种写侦探的那种小说嘛，然后洋馆杀人事件这样，不是吗？合理，对啊，我捡到圣经跟十字架，又是这里，我。这边啊，我拉铃铛。我现在有 combo 混血是不是？混哪里的脖子那么长？我要找到那个绿色丛林。我们到下一关的门还没开。我们又没有，我们也没道具啊。怀表是全体传送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范围内大家一起回家。OK。这先不用来吧，这个先不用过来吧。应该不用。对啊，因为那边的路是去第二关的路啊，所以它都是固定的、喔。可是刚才有一关不固定呢、欸，刚才有一关是不一样的，不是吗？没有吧，我们从一开始进来只是从脏的变成干净的。变脏就会不是啊，因为刚才有一关的那个门是在左侧那里啊，你还记得吗？最一开始那个、喔，就是第二次的时候，红蝴蝶，拿。一星，看是什么鬼啊？他这边僵尸，我来插一个，抽插。这只好像其实反而不用管的。后面女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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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鬼。扶咒。救我！不是、啊、你一定会倒，你挡一下嘛，对吧、啊？你一定要能挡煞啊！你就是我的八卦镜啊！好、啊，没有、啊，来这边，所以我可以裂开吗？地上，小亮，我会裂开喽。不会。小亮，小亮，喝一口，喝一口。这边有，这边凉，这凉。我们有那个胶水，粘一粘。让你破镜重圆啊！破镜重圆，OK。
哎、欸，又一罐水。哎、欸，不对，那不是水，那是古董。是钱。他们说你是林桂英。林桂英，跪着的跪吗？对。我先回去放那个、哦，我先回去放东西。啊，你要小心。不会啦，不会那么衰，才四分钟而已。我现在71%。那我也先回去放东西。哎，三星，三星，小男孩救我！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小男孩，小男孩，小男孩。有圣经。你在跑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害我们有点麻烦的。我控制他，我控制他。去！你在跑什么、啊？你害我们。你不要跑嘛！真的是贵，真的是贵。你越跑，他就越想追你。哦、我们还要买什么东西啊？啊？我们有需要买什么吗？目前没有未知的鬼无法处理。不然他就是先，等他们就是进去的时候，每个人拿个木桩，一人拿一根。哦，这个想法不错。对啊，走走走，去收去收啊！你们要不然你们先那个、啊，先去丢东西。先摆钱，先摆钱。啊，我买一个木桩。哦。啊。然后要不要再买一个驱魔书，还是要买符咒？我有符咒，驱魔书要。好，那驱魔书要。OK。我现在蛮希望这个符咒上面写在。来，那个驱魔书剪一下吧。有。好。OK， 那还要买那个吗？要买那个莎莎雅吗？铃铛吗？买了，铃铛。有一个人拿，我已经拿两个。我拿。好 ，OK。快买了。快啊！速度。剩下三分钟了，三分半。剩一个。我还剩一个棋子还没拿。你要当棋子还是筛子？我赚的都不够我们买法宝来花，因为我们有个经验值嘛。年轻人不要都只是看钱。哎呦喂、哎，小精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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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驱他，驱他，输输输，输呢输呢？看不懂。能他们，对啊，我们要学习成长啊！等我们成为这个驱魔大师之后呢，你法力无边，你想逛哪一间洋房就去哪一间洋房。欸、有亮嘞，这是又是什么鬼？要找到小恶魔的那个喽。啊，三星、四星、四星，女仆在这，女仆在这哦，那边是不是？但是他在那边，要等时间到才可以绕过他。赶快，先找剩下的那个、啊、铃铛啊，把它按一按。七十，哎、欸、呦，我找到最后一个棋子，我知道。睡。啊，是哟。啊，返回吧。返回拿宝珠。不是啊，你这边探完了吗？都探完了。死路，那死路。OK。不要只看钱，老板，你要不要也不省钱把那个股票给你分红啊、哦？这边的股票有啊，刚才那个、啊、小亮手上就有好几张股票啊。啊，小亮的屁股啊。黄色的啊。上面有 okay, 上面还有那个红色的那个，搞死了！先回去。哎、啊，铃铛在这，我拉一下。这个是不是会一直升呢、啊？哎，我四星嘞，有鬼被吸过来。这边，你后面。我操！林桂英，木桩，拿木桩，驱魔，漂亮！啊，你怎么一直倒？你在地板上，你在帮你挡煞的呗。你在地板上喊得很热血，但是你还是跪在地板上，兄弟。我就物理挡煞嘛。反正小恶魔那个地方我们已经知道了嘛，就应该不用了，我就把它用掉了，因为我这样占格子。啊，哎，又有铃铛了，第四个，把它按掉。总共几个铃铛？第四，我不知道，我现在有在算第四个。就怕铃铛会重生。桂林山水甲天下、哦、啊，门在这边。哦，这边，就这里。我不要，走。OK， 好。那先回去先放东西，然后我们先看能不能把那个弄死。好 ，OK， 走，速度。他不知道按完会不会有什么效果之类的吧？嗯，应该是有什么音效特效吗？比如说啊，你怎么按掉了这样之类的那种，会有那种音效、啊。肯定是没有的吧？要吧，不然你怎么知道到底能不能杀他、啊？那根据刚刚他是东洋鬼，他应该讲这里，我这边，我离你们好遥远，完了、哎，看一下有没有铃铛吧。哎、欸，我找一颗棋子了，在这边，完了，哎、欸，我迷路了，死定了。
米勒，你就跟我们走就好了。对啊，哎呀，看到看到，跑起来，跑起来。剩下20秒，20秒，一星。哎，还有普通小鬼2星，3星。你不要、哦、找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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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一星。哎、欸，你不要你不要按啊！你啊靠腰，你弄一下我那个。哦，菲菲，你有圣经吗？你不要我有啊！我需要帮忙。他在拉铃的时候不要靠近他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动，老大，我没有动。Yes, master。 那我们速度要快一点。对。死路，死路，里面有东西，捡一下。好，捡，我捡，我捡。一星，他在你们外面，他在你们外面，在我们这边，在我们这边，在我们这边，有他在旁边，我们跟他擦肩而过，走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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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快过来 ，OK， 这边还是没有钱，这边还是，继续捡钱，要死，出口在这，那个嘞，那个棋子，我要放棋子，在，那我先回家一趟，丢点东西，然后买个木桩，有了，开了开了开了。好，我保住剪了，剪了，剪了，走走走走走，不用走啊，不用走、啊，我们还要枪啊，杀女仆，我们先把东西先放掉，然后我们去杀女仆。对对对对，先回家，先回家。这个十字架快坏了，我卖掉。不要卖掉了，还可以用啊。你要再买一个新的、啊。那个压鬼而已，而且菲菲不是有吗？要啊，你要压鬼啊。速通第一关，来 ，OK 吗？好，走走走。你还有圣经吗？菲菲，你还有圣经吗？有有有，我剩一次一次。鬼，不知道能不能杀嘞、欸？你这样子到底有没有把铃铛压完？我刚才左边的我已经压过了，应该能压。我刚刚就压拉了四个，我刚才压了两个，还一个。哇，那很多了，超多。对。有人说八个，总共八个吗？哇。那我们就剩那个走廊那个啊，就是那个画廊那边还没去而已吧。对啊。女仆在这边哦，女仆刚才在这个位置。哦，没有，没叫，可以安心走。女仆能杀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哎、欸，一星、二星、三星，怪了，四星。在前面，在前面，前面女仆来了，女仆来了，快快杀杀杀！来啊，刮刮刮刮！来来来，照符照。不行，直接晕倒而已。行，那应该是没拉完，应该没拉完。那走走走。哎呦！大哥，为什么哟？你比较香甜可口。你要倒几次？你要倒几次？秀！不然就是要放珠子吧？感觉就直接放珠子，然后封印他了。对啊，那就放。那跟我来吧，跟我来吧，我带你们去弄珠子。可是不对啊，他那个旁边那边到底是怎样？那边。不是，因为我们那边不是，其实还有一个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杀掉他，他有经验值呢。有盘子，有盘子，盘子我拿了。对啊，因为他杀掉才有经验值啊，你封印他是没经验值，不是吗？区域封印只有区域封印经验值，没有杀鬼经验值啊。嗯，都没有看过，个人还要等一下看一下他们那个社群，看看有没有人杀得了他。哎呦，哎呦。有点信哪一下？哎、欸，我手刚刚那个人偶还在，怎么不见了？他消失了。什么人王？他吓你啊！哦，破玻璃。哎、欸，唱歌真好听。然后小女孩后面会突然变鬼这样。啊，听闻不知道会怎么样。觉得这个画廊就。好像下面也没有那个可怕的手手伸出来下。对啊，钥匙会不会就是要开钥匙、啊？我有钥匙，我有钥匙，我有钥匙。开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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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开了。然后里面有什么？Hello， 你好吗？缺缺缺，缺了缺了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有人在那个踏踏。变下，然后那，就是
三个小女孩。这边探完的话，应该就没东西了，我们就可以去开刚才那个门。对呀、欸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哪里？有一把钥匙。哦，说不定下一个区可以用的。对啊，反正先留着、啊。女仆干了一辈子，老本都被我们摸光了，难怪她追过来把你打死。是我，我也会冲过来把人家打死。对，你为什么要把钱四处乱放呢？人家家里面他怎么放？他的自由吧，没有放在保险柜就是他的问题啊。又是那个鬼手屋啊，像这次没有鬼手了，下过一轮就没有鬼手。哦，又有铃铛，哎、欸，有铃铛吗？是有，那就拉，就拉着。那 Yes Master， 那这是第几个？七个吗？第七个。Yes Master， 第七个，第七个，第七个。那要再找一个。减一减一，负一吗？有一个 Master， 三，他来了，三，四，没有，我觉得他放这个铃铛一定是可以杀啦。他如果说不能杀，弄那个铃铛要干嘛？分散引诱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啊！哎、欸，追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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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？减一减一，我有复活棒，我有复活棒了。你有复活棒，但是有女仆。你后面有东西在追你。哎，铃铛在我这里。我刚才说铃铛在我这里。哦，铃铛在那边是不是？就说的。你先引开，你先引开。我快没滴滴的。你引开了吗？引开了。我救你，我救你。那谁身上有符咒？我。OK， 那你等一下，你看能不能等那个鬼过来的时候，你再一起过来。我们不是在那人把鬼拉过来。因为我没有注意到这里的情况，糟糕！不是，然、啊、后那个什么，老大你要跑，大家跑，大家跑，大家跑，然后飞飞要来救我们俩，飞飞救，飞飞救，飞飞救。我先绕一下，我先绕一下，找不到路。小亮，你在拜谁？小亮，虔诚膜拜。你在拜谁？啊，等一下，那我就直接拉铃铛。好，你等下直接拉铃铛，拉了吗？拉了吗？还没，我要拉了，我要扛不住了，要拉了，快出来了，快出来了， yes, 出来了 ，Yes Master， 他还在吗？他来了，我等下控他，然后你直接收服他，好，来，控，收服，哇，好没有用。没有用啦，走了，没用，走了，浪费一堆钱，快走，赶快去插竹子 ，Oh my god， 还是我们先回去放东西，因为我现在身上满了。好，走啊，现在我觉得路在哪里？快，不要停，不会还有一个铃铛吧？不可能啊，我们都拉那么多根了，只能压制了。这里没路，只能压制哦，终究还是只能。终究还是只能把它压在地板上。OK， 这也没东西，直接跑吧。我没体力了啦。哎，还有一个铃铛。啊、哦，你拉，他在追我。啊、哦，不是你那。所以真的是可以，真的可以弄的啦。那再试一次啊，我还有辅助啊。铃铛在哪里？在我这。在那，那边跑，三个梨子。那这个怎么办？他在追谁？先拉掉。好，那我先往这边跑。你拉，然后我去救。他在追我吗？他拉我，他追我。你救。我救我。快起来！哎呦，被咬到一下。哎，快跑！快去拉！救好了吗？他来！要拉！菲菲要倒了。靠腰，他直接拉中那个拉的。My God！ 我去救菲菲，然后我拿去拉那个铃铛。你先不要引过来，不要引过来，你就拉我拉我，就那个秦王绕住，绕不了了，一刀。你拉什么东西啊？你拉，绕不了住了。秦王绕柱啊，菲菲，你拉，好、啊，绕柱，救命！来，我们过来收，合力弄他，
来了，走他的狗命上！没有用，各位还不行，还是不行，为什么啊？又打不死他，怎么铃铛？铃铛到底是不是有用的啊？不是，他就只是没有办法被击败，只能暂时压制的东西吧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魔王，没办法用传统的方式打败他，烤腰。哎，那是谁说的？所以那时所以只能刚不是说只能塞珠子去弄。来来来，大家靠近我，大家靠近我，大家靠近我。你看你直接怀表回家。哎、OK， 然后我们先把那个道具补一补吧，好吧？好。先把那个棋子丢那么远是怎样？哎，你们需要补十字架？十字架吗？嗯，对，你们需要补十字架。我这边一根完好的十字架，买了十字架。啊、靠腰，我买了。啊，还要买什么？符咒吗？驱魔书要不要买？符咒还有一张。驱魔书我剩一次而已，这肯定要，肯定要。那要买要买，那我买一本哦。好，好，你买一本。我买了一本。好，身上那走啊走啊！啊，有没有买木棍啊？木棍我有，身上有。啊，抽插它 ，OK。还是其实那只女鬼终究还是西洋鬼。走，没有啦，他控的木棍这一根吗？是那个啦，棍子有。木棍两根呢、啊？两根呢、啊？棍子上有。两根 OK。走吧，我带你们去找球。我们这一次好像没有。哎、欸，这关的这边的鬼都杀光了。那球在我身上，直接去下一关。不是我说带你去找那个开那个球的那个门的那个地方。哦，对，对我行，对你行，对你行，对我行，太神了，行不掉。这次一定对，好，有信心。应该不会带，然后就直接女鬼撞脸上吧？不会啦，不会啦，哎，圣经又一本啊，又一本圣经，所以啦，所以，啊，谁有空位？我现在身上满的，我有。地上，两星，哎，三星，那个没差啦，没差。四星，你后面有一只、那個，西洋鬼，西洋鬼，没有，直接去下一个，直接去下一个阶段，不用等他。他冲走了，不要去他，不要去他。他觉得我们很穷，觉得我们很穷。他刚冲过来，然后看了一眼就走。他是要你身上有东西，他才会追你嘛？对。我们人多可以直接赶，可以吓走他。好。身在手。跟我走！哎呦呦呦，reset，可是我现在血是在 5%， 我刚刚忘记买那个补血的。没关系啊，我还有。然后倒地再拉我就好。反正我们都是倒一次啊。哦。没叫。哦呦！不是，哎呦！我的天！是干嘛的？传送门呢？可以进去吗？但是，我传回家了，白痴哦！白痴哦！啊，这个是传回家的。没差啦，虽然一层没有鬼，直接跑过去了。哎、欸，小男孩，小男孩，等一下，你引控他。哎、欸，你们先拉一下。这不是小男孩，这是害羞鬼。怎么办？哇！害羞鬼就不要靠近他。没事，我打倒你拉起来。女鬼哦，菲菲，女鬼飘过去了。我逃了，我先逃到第一层。我看一下害羞鬼怎么处理。哎。这边听那个，他们两个都是那个鬼要用驱魔的哦，要用符咒。书不是在啊？哦，哇，他们两个都是符咒哎，符咒扮木桩，符咒跟木桩，那带那个带圣经就没什么用、哦。太远了吧？我觉得这边好像是要买蝴蝶，不然。到第二关的路绕太远了啦，走过去就要花来回两分钟，鬼就是因为我们刚跑去撞那个。再过去啊，再过去啊！我有那个，我有符咒可以掩护你们。你们左后方！哎、欸，小男孩，这个要升级，快来！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哎，小男孩啊！对，我那不是那个是要符咒的，他是那个阴郁要符咒。哥，圣经在你身上不是啊？不是啊，啊我倒、啊，我被那个啊，我被不死族 K 了一下，我没办法。不是小哦、no! 团灭哦！原谅你为什么？三个鬼一次攻过来，对，太多了。专家的冒险者，美金加5200，升级了，有升级吗？
没有 啊，不是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吧？见习才有升阶吧？见习调查员蹲下十一动数，所以蹲下其实是有用的吗？蹲下不知道啊，蹲下到底有什么用？就是那我觉得好像第一层也不用探那么干净哎，就是你只要有买到关键道具就冲到第二层去就好了，因为你第二层去弄完，然后他第一层的怪就会直接消失，不是吗？对吧？好像是，对，会被封印，但对啊，小怪还是会升的、啊。小怪没差，小怪没差。这边店铺哦，这边店铺就买一堆垃圾啊，买那个什么动作，那一万买动作啊，买面具啊，买衣服啊，可以让你跳啊，有没有？可以让你变猴子啊，衣服要六万块，然后可以让你穿水手服啊。哦，哎、欸，老大，你看这个，你看我们这边有一个草啊，我自己看这个，你看这草，那草我刚才捡回来的，真正的绿能植物啊，还发光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真的会发光哎、欸！好啦，够够够啦，够啦！这把一定行。说总共几关啊？总共四关哦、喔。三关嘛。三关。三关。初刚刚不是跟我们四关吧？那、啊、不是四个 boss 吗？四个 boss 啊。我以为他每次进去都会是不同关，没有，好像都是固定的。哦、那这样会很累，那这样超级累的、啊這個、没有，我跟你讲、這個，第一关就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啊。对啊，反正你把那个大怪封印了，你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去那边收，你没道具再去收就好了。走走走走走。这给我一把 AK， 直接让这个阳广变成屠宰场，变回纯净之地。我跟你讲 ，AK 有办法消灭这些鬼吗？那你要用那个、啊，你要用那个泡过圣水的银子弹 AK， 还有那个泡过符水的那个符水 AK， 对、啊，桃木 AK 啊，那个子弹、啊，那个什么，刺刀上面要抹那个，不是啊，就拿那个桃木剑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那個 OK、啊桃木刺刀啦，桃木刺刀，还要泡过黑狗血啊，对 对, 對，还有那个什么牛眼泪啊，涂眼睛啊，这样就可以看到那个鬼的位置。不然你抓不到他的位置啊！所以铃铛是吸引他的啦。对呀、啊，那就是不用特别拉、啊。我们彼此分散的时候，可以用铃铛叫走他来就对了。对啊，因为他是很会跟。那要马蛇，他那只比较麻烦，就是他跟得很紧啊。对，甩不太掉、啊，圣经全部掺在一起来打鬼哦，浓缩打鬼核弹。对啊，他可以。注定以后有人受够这种恐怖游戏，就会做这种游戏、啊。不分东西，你买不分南北。当你买了，买什么？买什么？我说，当你买了这东西，所有要求一次满足。你看那个 Baker Run 啊，对不对？有人受够了，我玩那个很不爽啊、哦。那个不是有一个 story 吗？没错，对啊，要鬼命三千。老大不用这么复杂，你只要去请来一尊加特林符就够了。小鬼历经，有你们有西洋棋吗？哎、欸，有符咒吗？哎、欸，女鬼，没有，没符咒，没有符咒就没钱。先存钱去买啊！先跑，直接跑。菲菲倒了，菲菲倒了。有那个小男孩哦，那个绿，他是绿色的，不是他不是绿色的，我在绿色的那个迷宫。有个绿色小男孩，这么帅。绿色的小男孩，那个叫哥布林。绿色小男孩，哥布林跟小男孩差那么多。小男孩，到底是小男孩哥布林？哎呦，痛死啊！小男孩。啊干！说你在那里的？不是，我一转角直接跟女鬼眼对眼。靠北。你钱还不够买的，对？够买，现在还差80块，差80块而已。哇！啊，可以了，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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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要先买符咒是不是？先有女鬼啊，我这边有一本圣经已经有了，圣经应该不是没有了。有圣经，我有十字架。那如果遇到小男孩，可以直接出。对，灭他。爱情就是这么突然，没错。桃木剑绑十字架，中西合并哦。林正英电影有演过啊？真的假的？有吗？妈，我们女鬼在哪里？林师傅这么先进的吗？那我
那我直接把那个、啊，我直接把那个十字架削成桃木剑不就好了？也可以啊。十字桃木。桃木架。总之，以后要是有人真的有人弄出这种题材的鬼游戏，真的是那很帅、欸。那个桃木剑就是把它弄成十字造型啊，那一定很酷。对啊，那、啊、那个玩法就跟那个毁灭战士一样好了。双刃对吧、啊？就是那个啊，不是国外有那种刃，就是它的那个剑柄不是完全直剑，它就是会有那个十字，有没有？嗯。对吧、啊？那个就是那种双刃大剑啊，就那种大剑系的，就很容易会有这种造型。对、啊，就是那个护手嘛，加护手的部分。哎、欸，对，就是鹰眼杯的那一只啊，没错没错。一星、三星。哎、欸，小男孩 ，boy。你怎么？你在跑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圣经？有圣经，可是十字架的人倒了。帮啊！我刚用十字架用他。他没反应。帮一下！来了！噔！哎呦！没事，算好时间了。好，以父之名，我在此。一枚道长在挖水井的时候，却被蝙蝠改变指示挖到干尸，发现里面有镶嵌匕首的。镶嵌宝石的匕首起歹念哦，命队长安仁志在房间取出宝石过程当中，不幸撞到剑上的宝石流鼻血，让尸体染血之后引起尸变，变成吸血鬼。这个剧情大家演三小，对，怎么这到底是三小剧情啊？看我当年其实香港的电影啊，那像林正英这种系列拍到后面没题材，都开始在搞一些很奇怪的，但是。比现在创新就他们就是没东西拍才会拍这种东西吧，也不能讲创新啊，就是像什么掺在一起做三大牛丸，大概这种感觉你知道吗？就是硬塞在一起啊，硬塞的、啊、只有一个旗子而已，对啊，反正好看就好，也是啦。 有没有钥匙啊？这边有一个门，没有、哦、可是很好看哦，确实鏘的好看。现在只剩下小亮没有跟我们在队伍里，小亮真的很勇敢。哦嘟嘟不哒哒吧嘟哒哒哒哒，你看都唱起歌来了。对啊，真的是勇敢。嗯，勇敢的。哎、欸，一星，我、哦、是女仆，没事。女仆不会动。呀，我满了，我满了。你满的。还有两个旗子，两个旗子。两个旗子吗？先放旗子。找一个旗子，找一个。哦、居然是在，居然是他不会动吗？他不会动，他时间到之前不会动。他十分钟才、啊、才会动啊！你现在敢把旗子弄一弄？什么射他两把？哎呦，红色的这个哦、欸、是干嘛的？卖的吧？不是，好像可以放陷阱吧？我记得看一下，该看叙述介绍里面说这个东西可以放陷阱，嗯、然后鬼踩到之后会被困住这样。也是困鬼嘛？哎呦，那个哦，对，他可以暂时击晕恶魔。困鬼阵啊，困鬼阵。开了吗？有了。然后有哥布林，有哥布林。我先去卖东西，然后我们去买那个木桩，这样够吗？木桩现在有几个人有？我身上只能那个只能插一次的。那就再买一根。好。45。啊，我们没有那个。圣经的，没圣经了。我身上有一本刚刚找到的圣经，一次机会，我直接买，啊，那个一次都不够。十字架有吗？然后那个铃铛嘞，铃铛有没有？我二手铃铛，二手铃铛，二手的，是还能用还是不能用？十字架可以有残血吗？你控制残血吗？是可以用的，应该是可以。好，那快啊，走，我们赶快去开那个门吧。好，走，来 ，go go， 走 ，go。我放了，剩一个吧，剩一个。西洋棋，那西洋棋不是开了吗？门盖球都拿了、啊，我瞧到了。跟我来， okay, 跟我来，我带你们去开那个门。刚才我找到那个，跟着狐狸，跟着大概，大概的位置其实不是很准确，因为他刚才只是告诉我大概方位在哪边而已。大战的位置，对，大概跟着狐狸窝，大概的位置，跟着三尾狐开，那边可以开。猴子啊，没有猴子，浴缸又有棋子。应该在这附近吧？刚才他指示在这边，这边你看啊，这里，有没有？
自由。那个牌子有人卖，拿去卖啊！感谢，可以啊，可以卖啊！封印，来哦，你们好了吗？进去喽。啊？左下那边是干嘛？就是体力值啊。体力值。开门就一行。那你们先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身上有一个羊血，羊血可以让恶魔被击晕，所以万一不行，我大家先放地上放羊血这样。Okay、一星、二星、二星。他是在角落啊，欸、有女鬼，有女鬼，有女鬼，你们有那个吗？铃铛，铃铛，走，不够，摇一下，摇一下，摇一下，超度，超度。Oh my baby， 好嘞，有了。小男孩，小男孩，小男孩，这什么加野子吗？这个要符咒，符咒，符咒，符咒。嗯、这什么加野子吗？这关找密码锁，哎，他这关不是女学生啦。那这个是什么？密码锁啊！哎，符咒剩一次机会。二星，这里鬼太多了吧？这边鬼密度太高了。对，全聚在这了。情况不对，我去用怀表带我们所有人回家。靠近这边是谁？可以，还有怀表，还有怀表。哎，来，小男孩，圣经，符咒，符咒，圣经。哎，我来，圣经，交给我。哎，你刚刚是讲符咒吗？难怪刚才我们会密团，现在知道原因了吧？OK， 哎，前面，这什么东西？怎么又有啊？小丑啊？什么？没事没事。Boss， 小丑他是十分钟他才会动啊。哦 ，Boss， 这一关是小丑。快点，密码。哎，墙壁上这是什么东西？嗯，这也太多鬼了吧？我们清掉很多了。哦，这个好帅啊！好像清掉不会再生了吧？对，清掉不会再生了。巨魔之地啊，这边。哎，你过来这边，你看哪里？暮光之城，赶快去找密码啦！暮光之城啊，有木棍吗？有木棍吗？抽一下。我有。木棍，快点！这个香蕉重开了啊！没有，不用。哦啊，他进入不会旅社。我找到了绿卡。你看这个。哦，这么多钱啊！六十五。你后面。我看到。没有，我们在一起不用怕，我们在一起不用怕。好，我绿卡，绿卡就好了吗？不是，要三个密码，而且三个 OK， 那我再去找。我现在一张卡而已，那个绿卡才可以移民呢、啊。各自电影线下聚会都在这边。你说那个鬼怪族宇宙是不是？全部的鬼怪都聚在这个空间。那女仆是哪个鬼？十字架？不知道。哦，哎，这个球好像可以杀鬼了，是不是？他说可以把幽灵给击晕，放在地上那个红线。羊毛，哎，干嘛了？啊，气球就是要控，是气球要控那个小丑的吧？好了，吸引他吧。桌子上有东西，有吗？桌上，我觉得这关有点设计没那么好，就是因为他的鬼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聚集在入口的位置。对啊，一窝蜂的直接打过来。一开始道具不够就会被弄死，但是如果道具够的话，一开始杀光，这整个房子空空的。这样也不太好，畅通哎。对啊，这样子也不太好啊，应该把它分散一点才对啊。哥，第二关地图好大，哎，怎么有荡秋千？是不是有蓝卡跟红卡？哎，这边有那个，这边有那个古董，拿去卖。我捡了。这里是大厅吗？也不像。哎，有绿卡。哎，两张卡。绿卡两张。哎，我们现在可以申请签证了。OK，、嗯、对，有绿卡。我们这边三张绿卡，那一个可以当美国阿公了，还是当美国阿爸？有一个奇怪的门。哦，哎、欸，我蓝标这边有那个躺地板的，赞。那谁要留下、啊？就是没有绿卡要留下、啊。嗯，饭店。啊？对、欸、他那个呢？刚才那个在哪里？哎、欸，十字弩。哦。这是干嘛的、啊？刚才干嘛的？其实你会干嘛？可以射鬼吧？怎么到饭店了、啊？饭店不是第三关吗？哦，没有啦，哦、不是，我们要先去盖那个放密码卡的地方，在入口。哦，哎、欸，感谢1229，感谢。快，我们剩四分钟，要没时间了。我这边还有一个那个消音器，看谁要拿。消音器拿不了。就是那个让你不会发出声音。有了，我开了。我先把那个花瓶放在那个出口那边，靠，摔破了。
我要把它发出，我就摔破。OK， 我们还差一张，还差一张吗？三张啊，三张，来啊。没有啊，差一张，盖走两张。那继续走啊，继续走，去饭店那边。去找一下，去找一下。哎，盖里老师，救命啊！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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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看他了，看他了，看他了，看他了。木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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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木桩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看他，是看他吗？木桩，木桩，装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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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装他！木桩他，没有人木桩他。我没有木桩，我没有木桩。快去撞船上门！看，菲菲，你有木桩吗？木桩，我也没有木桩啊。OK， 木桩呢？你去弄个木桩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，那你去弄，你去买个木桩，然后那个家里面有蝴蝶，你可以直接飞过来。对对对，你去弄木桩，然后直接蝴蝶飞过来就好了。哦，他才是绝望啊！他才是绝望啊！哦，他才是绝望，他撞墙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撞墙是绝望吗？是用什么？是吗？绝望啊！木桩嘛，绝望不要靠近他，你要拿木棍戳他。对对对，快快快快快快，传传传！有吗？上面有蝴蝶吧？有。哎呦，飞过来！太远，太远，完了，我不能飞下一阶。这要看得到人才能飞啊、哦！没有吧？他是下一没有没有，他看得到人才能飞、欸。哇哇，那有红色蝴蝶烂的鸡，哇接超近。那你要买红色蝴蝶去救人了。你可以先买红色蝴蝶帮我拉啊！死关死关关，往好处想，我们直接都死关了。没有，还活着啦，剩一个菲菲。买个红蝴蝶啊，看看你要不要增加一个炮灰还是什么的。可以买一个两百块，还是全部啊？全买了，全买。你全买怎么复活人？三个啊，刚好三百块啊，三个三百块啊。哎呦，我以为一个三百块，吓死我。不会啦，回来吧。谁回来了 ？What the fuck？ 我回来了。对哦，我帮你。我们丢失的道具还好。叫了叫了，叫人叫人。哎、欸，啊，怎么少一个人？嗯、没有没有，哎、欸，一起复活了。哦，哎哎哎哎 ，OK， 是一起复活的、哦，可以一口气复活啦，一百块复活其他五人啦，多花一百块。走走走，快快快快，速度。懂了懂了，速度、啊。现在没有现在没有现在没有鬼叫气耶。没事啊，快跟我走，跟我走。突然很想学波纹击中。对他这个有血了，等一下我没体力。好，去走去走。没了，抓不掉，抓不掉。哎、欸，你刚才是银刺哎、欸，这样喷两百，银刺好像可以戳三千。木刺只能戳一下，银刺戳三下。对啊，对啊，至少一个人活着啊。H2O， 我们剩下一分三十秒哦，各位。没事，虽然我们不知道小丑是什么样的王。小丑就是会让你魂牵梦萦的王啊。魂差吗？差了，差了，差了。哎呀，哎，那我刚才死在哪里？这个蓝标，这个蓝标是吧？是这里吗？这边吧，这边吧。嗯，对对对，这里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我差了，差了。对，差差差。他还在叫、欸，为什么？没有吧？叫一下。哦，小丑在这边吗？是吗？给你，给你，快拆，拆一张符而已，拆一张符而已。哦，多。快收啊，朱军。剩一张卡。小丑怎么控他？刚有说吗？我怕。好，戳炮，戳那个气球，不是，就是有没有什么道具可以影响他，让他哦是火箭，符那个十字架跟圣经，怎么办？吸氧鬼啊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身上100%了，你刚没卖啊？家里面有传送门啊？小丑会吃你的手指啊？你想的那个是一特吧？是那个 DBD 的那个吗？是吗 ？DBD 会吃手指哦。哦，我以为是讲 eat 吃手指。他不是切人家手指来吃吗？哦，原来如此。我没有玩啊。哦，不行，我要先用罗盘回去，不要跟我回去了。你为什么要罗盘回去？不要啦，我们有那个异世界传送门呢、啊。捡到符咒。
那符咒，妈，那一次性手术门刚飞飞不是？哎、欸，完了，传送门没了。嗯，再用一次啊，再用一次啊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，绿卡绿卡。小偷醒了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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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我有私驾，我有私驾。私驾好像只能拖延他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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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可以啦，可以拖延就有用。对啊，拖延他就可以，你至少可以走位啊。啊。啊，累了。拿完绿卡，然后我们，哎，他找那个门哎、欸。哟、欸，他在这。嗯、要木桩。啊？木桩？谁要木桩？哦，有绝望，有绝望，有绝望。我有，我还可以捅一次。你射他看看，你射他。在哪边？在哪边？有用吗？射他有用吗？哎、欸，绝望！有了，他绝望，他绝望了。哎、欸，菲菲，你那个十字，快快快啊！不要玩啦，救他！有找到吗？想死吗？为什么想死？你怎么倒在那边啊？我刚到底 TP 到谁身上了？你 TP 到谁身上？你 TP 啊，难怪我们被鬼追到你 TP。对啊，TP 过来帮你挡煞。我觉得应该是要到那个哎、欸，就是饭店那边往前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我没有体力了，我没有体力了，哦、我尽量不往你们那边移。哎、欸，有一只怪，这干嘛的？这干嘛的？快快，圣经还是什么了？这个木桩，木桩吗？木桩。没啊，走到门吗？啊，没啊，没啊，这是什么？球，金球。阿水，金球下一关吗？哎、欸，传送门开，了。救我！结算吧，结算吧。不要结算吧，不要结算了。要结算吗？给我一次机会。快进来，快进来。不行。没事，想让你死，我当然复活你。好啊，菲菲，好啊，我们都要抵抗不了他、啊。没事啊，我去帮你抽泡泡，菲菲撑住。去抽气球，我这气球在哪里啊？哇，小丑怕，十字架。夕阳鬼啊！来，小亮，快去抽气球，我还你原形。好，你还我原形。球在哪里？哎呦呦，气球！有了，你活了，这边有东西啊，你们先捡一下。啊，不行啊，菲菲，另外一只怪啊，把它拿去卖掉。有其他小怪，你先买那个吧，先买一点。菲菲，你再买一个木桩。往那个，往门口跑。再买一个木桩。你买木桩，对。往门口跑，菲菲。你拿木桩啊，老大，我再买一个那个黄色蝴蝶啊。啊！完了，他们两个倒了啦。一人，哎、欸，你靠腰你，哎、欸，这蝴蝶直接飞到你身边，白痴啊！你为什么要跟我贴那么近？大妹的事，先进来。买错，对啊，不知道应该买了红蝴蝶啦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倒了以后，你们要那个吗？我现在跪救你。应该，哦。我实在很不理解为何十字架一定要这么大把小瓶化作成纸虎，双手共十个，手里还能额外带把枪，不只拿一个这么大的吗？门口有一只，有两绝望吧，有两只僵尸，一个是无头，一个是行尸。小亮，你传过来，我到，快点，你还要数了？哎，干嘛？我直接飞到他们尸体旁边、欸，那你把他尸体带走。我操嘞！啊！哎、欸，那个小心哦、喔，那个小丑还在这哦、喔，小丑没有不见哦、喔。完了！还是你们想要找下，一层的门？我想找下一层的门、啊。那个是哈尔多，小心。等一下，我先把他尸体搬回去。他为什么二十分的时候会忽然暴走之类的？应该没有那么夸张吧？等下，等你把那个把菲菲的尸体抱回来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复活。我，好。你先，你该不会直接把我丢在那边了吧？对，他把你丢在那边。因为你刚刚有小丑旁边冲过去，我不敢待在那里。我看不到菲菲的尸体，菲菲是怎样？干完了。这边有僵尸、欸，驱他，直接驱他，你直接硬扛驱他，不然你没办法，哎，驱不了，白痴啊！他刚刚在小男孩面前跑起来，没事，你们现在用那黄蝴蝶应该可以飘来我旁边，
我飘你旁边，然后我死掉这样子。我没有，那个小男孩走了。算了，我等你死掉。走了，但我等你死掉，我等你走，好不好？我等你走了，我把你一起带回来。啊，等大家都走了，一起带。飞，这是飞白雷吼。啊，这是我，这是我。地上抽搐，你看多可怜。他现在不断的敲那个树，不知道干嘛，敲那个草。Death cannot separate us。草，你舒服吗？草。舒服，舒服。现在有一个不舒服，我要等他死掉。你要走了没？那你要走好久、哦。你要走了没？快一点，行不行？走快点。快的啦！不要再跪地板了，躺平很舒服的。好，死了，来吧，是不是 ？OK。哎、欸，他身上有小男孩，超烦。OK 。哎呀，醒来吧，好像僵尸哦。对，别活了啊，僵尸那边。醒来吧，醒来吧。这是血，这是血色修道院。又没钱了、啊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。不行吧，我的勇士。我身上有那个十字架啊，大家还可以挡一下。你们大家进去里面先弄一下那个，不然他那个僵尸跑过来。把东西先捡起来。右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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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边。我的爱人。对，我死灵法师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这条路我已经跑到很熟了。哎、欸，那可以卖。记录大叔。值钱呐、啊。熟悉的令人心疼啊。还不是你造成的，对，没有，是小丑造成的，不是我。连个小男孩都可以去失败。来，等一下，拿三二一，走。好，这是我的旧卡的错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然后有东西来，我会先控他们。一星哦，不要跑，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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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跑。没被打够哎、欸。三星，四星。Joker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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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控可控，快快快，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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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快快跑快跑，东西捡捡，快快快快，东西捡捡，快跑，哎，快快捡捡捡，跑跑跑跑跑，快快快快快捡，快走啊快走快走快走，不要拖，快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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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疯了，有人转头过去控一下，戳戳戳戳，啊，这可以杀，这可以杀，这可以杀。没有没有，那个要符咒，这个符咒，符咒没。小丑死了，小丑死了、欸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小丑死了。我戳爆气球就死了。还是他瞬移到别的地方去？有可能吧？是吗？嗯？暂时消失哦。至少可以通往下层。对啊，先哇，他这个多点时间，他这个比我要还要。快啊，小亮，赶快啊，集合啊！我就在你旁边啊！哦，那谁那个、啊？兔子，我们先往那个大饭店那对大饭店那边，然后大饭店往里面走看看。大饭店、欸、女鬼，我已经没有那个了。女鬼要什么？你不要看，你不要看。要符咒。我有符咒，我有符咒。看到了，有人看到了。没差，一个人牺牲，一个人弄。快弄他！我拉了。打的又是你，又是我，兄弟，挡煞！哎、欸，有了大饭店在这，走啊，先进大饭店。那里面除了很多血以外，好像没有其他特殊。变脏了，大饭店。我怎么变那么脏？刚刚还是白的。哎、欸，怎么没录了？大饭店。没录啊，大饭店这样没录啊，我跟他没录嘞。是哦。找一下，快！为什么听到有小丑的声音啊？真的？天啊！这里，野兵吗？狙击！门在哪里啊？那门可能就是在那个最左边那边喽。哦，有可能哦。有点空。这边有路吗？没有，没。狙击！变大理石，大理石这么，这哪门子大理石啊！我靠，不要骗人啊！大理石没有那么丑，对啊，当着大理石、啊，你这种大理石都长这个样子，你跟那个业主讲，业主会直接把那个大理石砖放在脸上。那个红红的是什么？消防的东西。
二星哦、喔，有那鬼哦、喔，鬼哦、喔，一星哦、喔，哎、欸，往我这边走，往我这边走，我们先去那个角落吧。嗯，这边应该没来过，这里没有，这里不是，这里不是。迷宫探险法则啦，二星，三星，这边这边要拿那个木桩，木桩有啊，有啊。OK OK Nice。小亮，你是不是被打到一下？没有。嗯、小丑是能弄一下都不见了、欸。他等会再出来。死了又活，活了又死。好难找哦。对啊。这里吗？难。没有，这里没有。我没有小恶魔了。小恶魔刚才没有用掉了，不然就要再回去买小恶魔啊。可是我们钱不够。对，钱回去也没有。250，我记得。因为我刚才身上捡那么多钱，回去一定够啊！哦，哎、欸，锁住的，锁住的，锁住的门不是啊，一定要买钥匙。哎、欸，有电视机，电视机可以用。贞子，哦，太棒了！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我看到这个电视就很想走过去敲两下、欸。你是想跟贞子快点？这里没来过，这里没来过。那边没迷宫，迷宫。我这边，我这边。好好好好好。越来越恶心了，对啊，就感觉他这个应该就是那种世界各国的鬼都出几个，他从第四关的鬼是异迹，不是吗？对。对啊，所以可能会到类日本的风格的和风风格。和风口味。这里有路吗？怎么越来越像厕所、哦？我好不喜欢这个。对啊，很不喜欢啊，贴图很恶。嗯，好像是每过五分钟地图就会稍微变化一点点。哎、欸，保险库。啊？哦 ，money money， 空的。我钥匙。架子上很多。哦 ，payday payday。payday。有吗？捡了吗？在哪里呀、啊？没了，我捡完了，92%，100%，捡到负重，先出来，先出来，钱能够分人吗？欸、可以、欸。按 R 可以丢出来、欸。小男孩，小男孩，有没有有没有那个圣经？圣经，圣经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。我有圣经，我有圣经，你就直接弄他就好了，哎、我就不要浪费那十字架。来来来，我圣经他，我圣经他。怎么两个人同时勾二位？你要边退边胜啊！不用，小亮急着胜他。对啊，对，胜他太急了啦。小亮把他送去见天主，自己也想去见天主。哎、欸，他怎么又有一张卡？啊，我那跟那个西洋棋一样，就多出来了。我上房子地图。嗯，负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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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是我们还是没有走到出口。赶快带我去出口！出口白气球、欸，哎，哦，白气球干嘛的？这什么东西？耶！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们这里，我们这里，好恶心哦！啊，土又变了，这什么恶心的东西？对对 ，Happy Hell。不是 Happ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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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ppy
Happy 啊，这好多钱哦，这边。对，我负重，不可以再拿。负重，那你的负重就不要拿，我拿。嗯，再拿就糟糕了。对啊，我已经101了。我中爆了。我99，我停下来。这个气球的造型，哎，很像章鱼哎，好，好想吃那小章鱼。我现在回去了，我163了。天上好多。天数好多，我还拿到一个死者苏醒欸，我身上有那个啦，我身上有那个传送，就集体传送。可是这样子的话走很远，所以我不如先到下一关的出口，然后再一起传回去。这死者苏醒算十字架吗？他是复活玩家，可以直接复活。哦、对，就是你真的是死者苏醒，免费。这怎么地图越来越不一样啦？对啊，又完全就变了。新的感觉哦，这里。难道要学那个吗？学走迷宫，顺着右边，顺着左边。不舒服，这边不是来过了吗？快待不下去了。
右前右前。你怎么这么快就要带？没有小恶魔，好难找。还是要先我去买小恶魔。此言深得我心。对啊，要吗？要的话，我开船送我们一起回去买小恶魔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怎么走？靠近我，靠近。不然的，我们在这边瞎找也是找不太到。哎呀，有人缺席。我再找回去。我不是你一直往这边冲干嘛？啊，冲回来，冲回来。哦，人快点，二星二，二星二。迷路就会头晕的体质啊。哦哦哦哦，像山一样高啊！嗯，哎，重新买下道具吧。我这边买一个木桩，然后再买一个小恶魔。小恶魔，帮多买几个。好，再买一个，两个小恶魔。你们知道刚刚小亮想把山羊之血卖掉？卖掉啊，那个无所谓啊。这没所谓吗？我说他可以控恶魔。还要买什么吗？十字架现在我有一个剩下一半的，我灵丹，灵丹还剩多少？我有一个一半的木桩跟一个只能用一次的木桩，我是三次的银木桩，那就挺多了。银桩，那十字架再买一只哦。你们另外一个拿吧，另外一个拿。OK， 走。OK。第一次看到这种加值型的神圣力耶，哎、欸，怎么这边好像也变不太一样？还是因为我们刚才有点视觉疲劳？我们视觉疲劳，视觉疲劳。这个神圣力是充值才可以增加神圣力，要花钱买十字架。罗盘，哎、欸，哎呦，没事没事，人多他会跑。过来啊，你过来啊！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啊？你过来、啊，你过来，这边啦、啊，这边啦、啊。我发现他头发把第一关的珠子拔掉换第二关的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这样吗？不是啊，拔掉不就门就那拔掉门就关了呢？哎、欸，搞不好有可能呢、欸，因为它是不一样的珠子、啊。拔掉之后再直接装那个新的上去啊。对耶，哎、欸，哦，聪明啊 ，QQ 了呢。哎呦，靠背用喽，好，我们被骗了哦，靠，被骗了啦，那我们骗了，我们现在也不能到第二关了，白痴哦。躲这里！干！哎呦！哎、欸！木桩！被偷袭！你要虔诚！呀！被骗了，被骗了！没想到呀！好不容易破到这里，结果被骗。可是我们现在这样的话，第二关。感觉速度可以更快，因为你捡了那个碎片之后，直接拿小恶魔就可以过关了。哇，上面怎么那么多鬼啊？巴拉巴拉，戳他 ！Back up！ 这里，不会啦，不用永备啦，因为我们也是想说有可能嘛，就是用测试一下，用推理的嘛，用推理的。对啊，不然要找那么久找不到，的确是挺像是前面那个拔掉。嗯。没变人，哪次说变要有真的变人的没有？对啊，是蛮合逻辑的啦。都买小恶魔了，确实。走啦，卖掉啊！啊，那个旧、啊、那个旧珠子啊，旧珠子。然后我用新珠子给他，好了吗？我想要用这个看看。有了，都丢了，都丢了。先卖掉。啊，旧珠子，旧珠。哎、欸，那怎么？我该给他了。我该应该来得及卖吧？看一下，哎呦啦！打败了二零十七只区域封印二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为什么第二个也封印？哎哎、欸欸，啊，因为我们拿到珠子的时候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所以是小丑怕、哦、拿到珠，他戳破气球他就走了、欸。哦哦，那这样子其实还蛮好打的啊，感觉不太难打、啊。比女鬼好打、欸。那这样我们怎么去其他关？没有啊，就是小恶魔啊，然后到第三关去了啊。我们只是没有到下一关去而已嘛。你只要把那个关键道具拿到，那个怪，所以搞不好女仆也是这样杀掉的、欸。就拿到珠子之后，然后拉铃铛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刚才有拉铃铛、啊，他还是没消失嘛，对不对？铃铛还重生了嘞，铃铛。铃铛刚刚还重生了呢、啊，就不知道他到底要怎么杀掉啊。这个怎么讲？
条件问号问号，对，条件问号，移动速度达到150%不受移动速度下降的惩罚。哦，不懂吧？欸，我觉得真的要一直升级耶。没有啊，因为如果你不升级，你根本打不到最后面几关吧？你看他那后面那个怪物的量那么密，你看哦，他有一个是附近生物被杀死的时候恢复20%血量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每15秒恢复1%健康值。那再生，另外一个是耐力最大值增加20%，还有健康值为100的时候，移动速度会加快。然后下面最后一个也是啊，你看十字架耐久度消耗减少，跟铃铛消耗耐久度减少。对吧，这两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，弄完之后你可以强硬控怪啊，真的要是升等。对啊，升等升等，要 要买东西啦，买东西，我们快可以买了，我现在有73,000，我们快可以买68万的造型了。快的要关台了，为什么那么贵？现在几点？哦，快50分了，48分了，差不多了。对啊，50分啊，差不多了，你说啦。可是不对啊，这样关卡到底是怎么样啊？它关卡是一关关破嘛？对。然后是先破到先女仆，然后小丑嘛，戳破气球，然后行李员跟学生。哦，所以下一关应该就是行李员了吧？因为行李员是饭店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啊。没有那个关卡排练不是关卡排练不是给我们看了吗？那个房子、办公室、学校、酒店。在哪里啊？刚开始，第一页，第一页，他不是排列给我们看了吗？哪里？哦，沃尔特办公室。对啊，房子办公室。噱头。哦，沃尔特房子，然后办公室三张卡嘛，然后学校，哦，是先学校，那可是刚才怎么会出现一个像那个酒店的场景？对，女学生，看，感觉快可以玩到女学生了，快要可以玩到女学生那一关了，快要可以看到热裤了，对，差一点，快要可以看到热裤了，可恶，差一点点呢、欸，明天再来玩啊，明天再来玩，好、啊，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怎么弄了嘛，啊、而且我觉得这两只怪应该都不难吧，他们只要拿这个装就可以直接把他们晕眩了，就不用还要在那边弄这东西去压制他。就他的要的道具比较少一点吧，后面这两个就比较简单一些。启动广播设备，拉响。没有吧？这样子的话，算是女仆跟小丑其实算比较简单，因为他们可以压制，然后边走边压制。比较能直接晕眩啊！你就直接两个晕眩啦、啊。哦。他戳一下就晕眩啦、啊。木桩比较贵嘛。近战哦，也还好吧，不都一样价格。十分钟后就明天了，对啊。销售东西，有些道具我看一下，有些道具哦，丝线是击败幽灵的，羊血是打恶魔的，消音器是打那个就是尖叫者，只有他啦，就只有这个，只有这个有用。啊，弩箭呢？弩箭刚才你们射僵尸有用吗？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啥用啊。他也有可能是用错了，我有可能用错了。弩箭可能是拿来射二重生的。哦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哦，小恶魔，我觉得如果要 speed run 的话，小恶魔一开始应该身上要带一个，至少带一个。然后找到门之后，就是一个人负责去找门嘛，然后其他几个找道具。其实也不用大家全部人走在一起啊，因为你会追你的东西，你只要有道具可以去 counter 它就好了。对啊，万能钥匙其实也是蛮需要的吧，因为它秘密房屋其实很重要。我们刚刚有遇到还魂者，嗯，哦，传送器将所有活着的队员传送到户外啊，这个啦，它不限距离嘛，吸引生物靠近，黄金罗盘，OK， 好啦，懂啦 ，OK， 好啦，那我们明天再继续吧 ，OK， 明天就可以破关了，我觉得明天打第四关应该没问题了，超级稳。好吧，带就不稳的，可以吧？我觉得其实没想象中那么难呢、欸。对啊，我觉得没想象中那么难啊。应该可还好，对啊，还行吧，还行吧。好啦，各位，那先玩到这边啊。